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各位菩萨、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看代词性助词。希望这一集是最后一集，可是我可能今天时间还不够，其他要看快一点了啊。上一次发现很多问题啊，你自己想上一集吧。这个007 007，这样记就比较好记，以后这个叉就比较好叫出来了。哦，我常常找不到，都用 X 代007。好，接下来代义词性助词正词典哦。这当然，好，就看这个就好了啊。这个人家最佳解答，瞄一下。你看，又是中国古文中，这好像都是又是照抄嘛，对不对？嗯，照抄的啦。哎，我的部落格，我的，所以原创者是这个哦，我 Quincy 的部落格啊，他的奇摩部落格引导我们用这个关键字去查这个嘛，国文像，名师客服网，这是我们刚刚传的，所以也有它的内容，天下文章一大抄，所以我那个副词，并没有代词性副词这个东西，有代词性助词。其实我觉得，对啊，这个名词，我觉得还是有代词性副词。你把它当语助词来看，那我可以说它是修饰，像所爱是修饰爱嘛，那它是副词，可它有代词性，可以说代词性助词啊，副词啊，这就是怎样，囿于这个文法，文法还是人编的啊，因为文法是天定的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是人编的啊。副词不一定词组的前面，后面也有可能。我一时想不到英文的副词跟中文的代词性助词类似，哪有可能？中文的副词和英文的副词天差地远，有吗？这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一样的。副词英文也是，就是修饰动词用的。也许他不知道是哪一套的英文或者中文文法我真的应该我们要读几本正规的这个文法书来参考看看。在这个可能是我下载的这个图片，108学册，我们现在是1108嘞，真的2019，类词性助词大整理，这是我常常弄不得丁香，终于整理了一下。希望大家喜欢，好吧？那既然你弄不懂，小金是女生哦，本身用目标是会计系好，给你建议，希望你有缘看到我的对你这个的笔记的解说，应该这个就是至少还肯读书嘛，笔记方面，对。那我们下载的是在这边，它是用小画家打开的，大满贯。好，看一下特别副词和代词性助词，所以你看，根本就是一大堆这种名词去诱惑、混淆这个中学生嘛，什么加动词省略并，你看。文法原来这不知道哪一家的文法，就是这样。他觉得宾语是省略了，我们是觉得根本它本身就是宾语，为什么不行？Why not？为何？所以我说要看专门的，好好跟那个专家讨论。可见都是这样教嘛，这个跟刚刚一样。那这种就叫，或者这种就类似特别副词是这样吗？那不是我刚刚讲，其实它还是可以。你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嘛，它也可以算是修饰动词的一种词性啊，词类，对不对？学识渊博的人，
什么的哦，见效大方。他是说大方是指原始人，你看都教这个，为什么叫大方？方是方法方术，很有方术，大又来了，齐心大法什么意思？所以我以前呢、哦，所以你们就不乖。我教给你们的，其实我也在学。我以前大方也是像你们这样哦。我刚本来想解释哦，大就是范围大嘛，哦，那学术能力很强，所以你还是卡在那个大，就好像我问同学长一定是时间长嘛，空间长，那一样大。我们刚刚讲有方术方法，那大不就是很吗？对呀、啊，那就是很有学问、很有方法、很有见识的人嘛，这样就好啦。所以大可以当很来读，就像你今天读诗嘛，不要卡在那个大字就。被这个大的字义给绑住了，都想不到它其实就是修饰方的一种程度。那你看怎么样用白话文呈现比较好，就不会卡在大上。我刚刚就卡卡的，我跟你讲，就脑袋一转，我脑袋怎么转就想到，哎呀，不要死在一点上嘛！你还一直框着这个大去修，形容这个方就麻烦，其实就是很有，对吧？我们前面还在讲孔武有力，有钱人的有不就是很吗？对不对？那方这也是方术或方法学术的术啊、哦，因为以前有方士嘛，哦，提炼那个长生不老药啊，哦，然后见效就是背，这里当然是读成背，可以背大方效，可以见大方效的意思，可以说倒叙重组。你看老师会跟你这样讲，就背、哦、大方是学士渊博，为什么大方是学士渊博？哪个字是学士，哪个字是渊博？渊博就是大嘛。你看渊博跟大，你可能还想，对呀、啊。一个深渊不就很大吗？这个是什么东西大？深度大。那我们大都想到面积大，什么容积大，忘记深度大也可以啊。只不过我们白话不会讲深度大，深度大就叫深嘛。我们说深广无边，深大，对不对？一样嘛，你就不活用这些字词，不会那么哦，大就是大，深就是深。啊，这个是什么主？主什么间？主是什么意思？大满贯是什么意思？啊？像这个大满贯的"大"也是文学语言嘛，像这个大方的"方"，你不要想成面积的"大"、容积的"大"，它其实形容满贯的"大"，满贯还不够，它要大，满已经很大很满了，对不对？所以大其实就是满满，就是大，就没有缺陷的，完全的，totally 啊，没有任何 kiga 缺角、欠缺，完全满足，完全饱满的。见，你看吧，我就说有人就说见字背壳，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还是要回上下文，不要这种都取巧了。前面我们不是看有一个类似补习的，就这样，这些说真的，小慧啊，好行小慧难为在，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自远恐逆，是与君子不为也。我们就不屑为嘛，不肯为嘛。前面不是跟各位看过这个了吗？对呀、啊，都变关键字啦。是以，所以我们讲过，是就所嘛，以就以啊。是以就所，所以君子不肯去做。谁跟你讲这些啊？是以是所以，那为什么是以是所以？因为是就是所嘛，都是此这一件代名词，代前面讲的这件事。小道，因为小道走远了，就可能会走不动了，好像陷入泥淖，唉。百姓之不见宝，啊，百姓之这个也是意思，就是百姓不见宝，百姓不被保护，百姓不被照顾，所以这个可以读成被，这个没问题。是什么叫统？是以见放，啊，匹夫见入，匹夫被入了，所以这都被可以。所以你看刚才是以对，所以嘛，所以被放逐了，这样可以的，啊，我说或可是这个见也可以读成我啊，所以放逐了我。对不对？那这里当然不能说匹夫羞辱了我，你只能说匹夫羞被羞辱，因为这个我是指匹夫本身，不是讲话的人。百姓这里也是啊，这个见是带前面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什么宾语省略？它其实还是代词性，就是带前面这个是以不见保，就是不保百姓嘛。啊，那量职者。不见容于冗备，啊、很沉。这个量词写这个量，
也可能可以啊，通那个原量的量嘛，一般是原量的量，有质有量有多稳嘛，啊，那这个说是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当然也可以啊。那者又来了，量子的什么人嘛，就记者者，不被容于冗备，冗备就是小人之类的啊，容就是我们说多余的，我们说波容就是多余的时间，波多余的时间来，所以就多余不重要了啊，也不是精华了。那这是精华的人，当然会就是类似君子不被小人啊所容嘛，啊不被容，在小人这里不被容，这个鱼可以读成在嘛啊，在小人这方面是不被容纳。那这个见也是带前面的量识者啊，不容小在小人这里是没办法，不可以读成没嘛，没办法容下这些量识者，这些量识者就是这个见字代词性带的嘛。哎，为什么一定要这里省略了宾语？所以宾语一定要放后面。那倒装句是倒假的吗？乱七八糟，这到底谁主张的啊？直接碰你，就像我们直接就问这个胡适之先生了，是不是？你说你一个没带好，整个都歪了，上梁不正下梁歪。那考试啊，还拿你这个做标准哦，那假如我们这个方法就是错的答案哦，那跟谁去讨分数？哎。你要有两种，我们这种哪一种？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才比较对。你这个是画蛇添足，干嘛一定要省略呢？它明明没有省略，见就是代名词嘛。我们之前也是这样讲啊，很合理啊，哪里勉强了？他们就是卡在哦，好像不能倒过来读。那我们讲 N 遍了，对不对？倒装句怎么办？对啊，对不对？他喜欢考倒装句，为诗人无谁与归，见唯利是图，主义是从，无所适从，对不对？对啊。这些倒装句为什么就可以倒过来读？那这个就不能倒过来读，一定要省略宾语，省略受词。宾语就类似受词，被兼，这是被兼，它等于是翻译兼真正直的哪个字是真正要知道为什么量有兼真？如果它这里是翻成兼真，这就不能用这个量了，应该是原量的量，量是诚实体量嘛，体量就是照你原样。去感受你的真实情形，对不对？能够感受你真实情形，我才能体谅你啊。感受不了这，所以它有真实的意思。真实的人当然是坚贞嘛，很贞洁嘛，不会作假嘛。这真当然也可以通真假，在这里当然不是完全通，是说贞洁的人自然就是真实，不会搞假的嘛。否则怎么可以说是有贞洁，对不对？不被愚劣的人所见，哪个事实愚劣都是这样。这叫什么小什么啊？同学啊！老师啊，没收你学费，当然，只要你要信那些，他那这应该是今年的高中女学长，也许他就说，我明年可能还要在学校教嘞，你一时还走不开嘞，你不要这样，你只要要信那些学长学姐讲的，好啊，那我这个老师没什么价值，假如你不见气的话，我嫌弃小金同学啊。听话，你至少还肯用。当然，假如你是会考会计系，这个只是一个手段，那随便。那当然，你会考是那另外不在乎你的国文程度真学的真国文还是国文程度好不好，以后好不好呢？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像你我他，连跟刚刚一样，这都取巧的。要学生你就给他背起来，就好像我跟你们讲半天，干脆不行了。前面不是讲者就是得嘛，对不对？你就给我背起来吧。文言的"者"就是白话的"的"，好吧，就是类似这样。可你要知道，这不是我们在跟你一个原则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啊。我们要负责任嘛，对不对？那尽量不要这样用死的，最好还是懂他真正懂，然后回去推敲啊。还是我们不是两个方法重要的都是什么上下文嘛？你回上下文去判断，这绝对错不了。遗传相近。要相见，这个讲过，代词性助词后省略宾语。你看，这干嘛要后省略？相就是代词啦，他就一定要这个是当助词，就不能当助代词啊。然后助词又讲不通，他有代词性之后来一个代词性助词，说难听就四不像嘛，搞一个杂种，对不对？文人相亲，说真的，你如果要纯种，我宁愿取说它是，所以我们前面讲这是代名词，你不能说助词。助词通常偏向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功能性的作用。
那就是其实这个相或者所在什么时候是主词？像我们谈到所，强调所有权，我所像我们上上海行，我所望出去的上海，我望出去的上海有没有所差在哪？还有前面举那个例子，对不对？那他的作品为一般青年人所喜爱，有没有这个所是差在强调？这个时候才是助词，因为它已经没有代词性了，完全没有了。你自己看看哪一个才对嘛？不要老师讲的就对哦，你们那么乖，为什么又不听我这种老师的？奇怪，只要是这样，哎，都喜欢认贼作父，反而烂的你听，好的反而嫌东嫌西，嗯，遗传相近，然后什么，哦，说是鱼琵琶你的船，遗传相近，要相见，见我，要见我。什么？怎么回事？这里好像说这里省略以琵琶，你说这个国文老师这样讲，这是说遗传相近邀相见，哦，也对了。可是这个琵琶女的船其实就是相似，所以他这个我是白居易啊，我把船移去靠近琵琶女就是相嘛。那为什么他这个就是宾语一定省略，所以他要这样画？何苦啊？相就是琵琶女啊，或者琵琶女的船嘛。然后为什么这还要加个我？那你这个相一定要当助词，虚字无意，何苦呢？邀相见，邀见我不就好了吗？倒过来读多好，还加画蛇添。所以我跟同学讲，这种动手术，你看我不需要添字，读得通，只倒一下。虽然大家都动了一下手术，可是你这动两次嘛，相把它虚化，我再添个我，何故多一个？我们才动一个手术，你动两个你就输了，对不对？啊，文人相亲自古而然，语言总是最简单为原则，这个谁都一样。你看白话为什么简单明白？再来，常常有些词太长，英文也是太长，就用缩语嘛。当然简单能够表意最好，然后文法讲到那么复杂了，哦，前面是虚化的，后面再省略再给它补回去，那么复杂啊，倒过来不就通了？啊。文人相亲自古而然，文人互相亲，这就不是代词性了，对啊，这是纯粹的副词修饰亲事这个动词，怎么样亲事是互相的亲事，这没有，那这又来了，这只有助词性吗？副词性吗？这就可能是刚刚那个人说的没有代词性副词这个问题，这还是有可能是代词性啊，互相你亲我亲你，它还是有代词性嘛，哎。我再顺便提到一个，你看这个词，我为什么骂他们是不讲理人格来？所以都不接受语言学、逻辑学、思想方法性。我问你，什么叫助词？我们在讲助词、名词、动词，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词性或词类？所以你这边全部的名称应该叫代词性、助词性。那代词性已经是词性啊，你懂我意思吗？这不是叠床架屋。所以我说，宁愿我取它代词性啊，干嘛还要再加个助词性？那这个呢？这个是副词性嘛？那它还是有代词性在里头啊。那你真的要合体哈，有助词性，主体是副词性，那可是它也兼有代词性的特性或功能，对不对？相视而笑，互相看嘛。啊，人面桃花相映而互相嘛。啊，那这当然不能放在你我他这里咯，对不对？当然可以啊，你我互相嘛。啊，就不是单一的你或我或他啊，可以和。和的、复合的啊，复数各以所长，相亲所短啊，各用。你看这个前面没有，所以我们讲解各用。你看所又出现，它这里还只讲相哎，这个所就代词性助词啊。各用长，擅长的地方，其实这就是长处啦，所名词嘛，性嘛，代名词性，所以叫代词嘛。对，代词性，词性不就词性嘛，词类词性。它是代词，所以长所长就可以翻成长处，各用长处，然后去轻视，互相轻视他们彼此的短处，对不对？短处处，你看处所不是有这个名词吗？处就是所，就是处数啊，啊，还有别人，你看还别人短处还刮胡，还刮在所的前面，那所怎么读？他还要添个短处，所就是处啊，短不就在这了，还要再写一个短处。你看这个文法像自己说嘛？我们为什么那么痛心疾首、大声疾呼？自己看嘛，
有平口镇的是我们污蔑人吗？这里已经有短了，你还这里再补个短干什么？眼睛那么大看不到？这当然互相啊，这又他写代词性助词，这个相是代词性助词啊，啊，互，这是互相吧，互相亲，那这时候互相，这时候互相是副词，这里互相变成代词性助词，那他的意思是，假如这是代词代助是代词性助词的简称，那这双向的也可以当代词性助词，这里本来就是各也是互相，你看各相对位置是不是相，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各就是相嘛，所以它是互相，那你现在又说它是代词性助词怎么样，到底代词性助词前面我们看那个它是不准是互相双向的呢，莫名其妙乱七八糟嘛，小杰是还小什么，你自己凭良心，你也不认识我，你也没跟他们有利益瓜葛，你也不会被我当，你说我这个老师说的比较清楚还是你学的，你自己说嘛，小金，小金同学啊，良师遇到好学生难啊，对不对，这个什么千里马和伯乐嘛，伯乐要遇千里马难，千里马要遇伯乐也难，对不对，那好学生想要碰到，像我好学生想要碰到好老师也不容易啊，嗯，当然好老师也不是那么难碰，就是看你什么等级，像我这种国文这种解读的等级我真的毕生没碰到，真的我只碰过一个我很佩服的，可是他也讲不清楚，他只是在那做个人秀，陈文华老师，哇他讲赏析，所以你看我小小的心意，那时候大学生听他讲课，哇真把一首诗词讲得好棒，哎，他竟然那么没有名哦！他已经跑到成科大来同名同姓吗？国立台湾大学管理学院，这不是这同名同姓？哦，你看国立大学退休了就去私立大学教授，对不对？他原来是师范大学嘛，就这个老师，哇！他讲诗词你可以听，真的很棒。可是就是看他个人秀，就好像我今天跟你讲银汉迢迢暗度，你看纤云弄巧，这个你看他们可以传达心意是不是弄得很巧妙，对啊，你看我的答案也是啊，就是他那个等级的，可是你看我们会跟你讲我怎么想到弄巧，你看这个字去联想嘛，对不对，然后银汉迢迢倒叙从，他不会跟你讲那些的，他是就是把答案秀给你看而已，然后哇还好老师还在，不要什么每次查都变墨墨墨哦，都把我墨墨到吓到了。啊，淡江，淡江竟然打不开，还是学校的网络有问题啊？你看，怪怪的卡卡。哦，这个你们可以，只要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听听看。这个老师讲诗词是蛮不错，可是问题就是他那个。就是看他个人秀而已，那你要看这个看我们就可以，我们是包含他那个就是我们答案的部分，你就可以你自己比一看会跟他差逊色多少，甚至可能青出于蓝可能都可能，他觉得没有我们这个给你分析啊讲解，我们叫说解嘛，那么清楚明白解我们所能的啊。有点卡卡，好再继续，唉，余当以诚相待你，相煎何太急，就煎我嘛，你看哦，都说后面相煎，相是虚字，然后煎后面要补一个我，相煎我何太急，那不很无聊吗，那为什么不读成煎我何太急不就好了吗，这不是越搞人家越怪，难怪我以前很怕文法生育学这些，不是说老师不会教而已，根本就是这个原来的学问是有问题的嘛。用复杂的说 解说简单的现象，余当用诚意。哇，你看那个真的怪怪，我当用诚意对待你。你看还要补个你，那个你就是你把你相看成你，这不就会读了吗？我当以诚意待你不就好？倒过来，唉。儿童见我不就好，倒过来读还要再补个补，那这个相怎么办，
明明有一个字就故意要把它变它虚化，故意看不见，变成明明人家是写儿童相见不相识，你故意要遮住相不看，以为没有相字，然后儿童见我不是我这样，哦，够累吧？自己看哪一个好简单明白？你要你自己看，你要倒过来，马上原来也不要添字，它字面上就有了去理解，还是对不对啊？怎么会啊？对不起，这个好像不太顺，我复制到我们的电脑来看。下载这 ，Auto P 就预了，就是这一个没错。那我就复制下来，贴到我这里。哦，还不能贴啊，一定要回虚拟电脑，不能直接贴到实体电脑了。哎，这里就可以了。我用我们的，哇，还不小啊，哇，一枚呢。啊，一点多，他应该是扫描了才会那么清楚，拍照应该不会。蛮用心的小女生，好像至少看看那个型号，蛮清秀可爱美甜美的。这不管这个时候 ACD 的问题，因为 ACD 的旧版本哦，现在 Windows 可能有点啊。哪有这样的，还要把箱子抹掉？明明有这个字，还要故意不看，然后再自己加个这个。出门迎你不就好？迎接你啊，远来亲近我啊，这样不就好啊？干嘛还要这个呢？还要写个豆子，小姐啊！哎，我可怜你们啊，真的菩萨慈悲啊，真的很心痛啊！你们真的被这个坏学问啊，没有真才实学老师误了啊！这不叫误人子弟，这叫什么？然后我这个是误人子弟，随便。君何至，视我如剔球，这样不就好了吗？刚才加个这个我呢？哎，乡托之言，这个托可以啦。大陆现在简化字也用这个，严格要言托部的托的话是信托嘛，言部比较好啊。乡托的言语就是托付我的言语，圣物相付啊。这里不是哦，不是不要付我，那相托应该就托付你啊，这里才对才通嘛。这讲话的人说我托付你，这个相你看他就懒得再添字了吧，这里你反而哎这个相对不对，他反而这个相才有掐这个火。那圣物付我不就好，为什么还要这刮胡呢？以此不及之物邀我嘛，应该是邀我吧，不是邀你吧，用这个不及之来，你自己看，对不对？王维原来是说他那个裴秀才文嘛，你看都，我看都，哎，这还不能，这还不到关键字哦。岂能以此不及入相邀？山中与裴秀才书，我才不要看这个，人家整理的问题一大堆。当你有程度，你会像我这样，怎么办？对不起啊，要得花点时间了啊、哦！我看，王维，他叫摩羯，所以应该摩羯或王右丞吉。那我们看，当然诗集没有，诗部从官没有，那就是右丞。所以你看，有时候课本介绍为什么作者介绍里头，为什么要介绍他有哪些那个作品？有时候你要背，就是这个时候要用到。我这时候你就不好找，你就 只能找作者了，对不对？然后我要找四部重刊本出版本、啊、他叫王右丞、啊、然后我们到这个这四部重刊本嘛、啊、然后我们就看看他有没有做，没有，那相邀哎、欸、没有，哇惨了，以此彼此可能太多了，不及之物呢？再没有就麻烦了。不及呢？之物，你知道怎么去查了、啊？哇，惨了！总不能以此吧？用这样都没有，怎么可能啊？
难道他没有 OCR 吗？他可以签呐、啊，有啊，刚刚都有了。那这个第几卷只好借助这位先生的，对不对？我们不想他最好是写说他出自王右丞籍第几卷，没有就麻烦了。这幅画作于天启，反而右丞籍是选自哪一篇？第几卷？这样我们还找一找山中雨裴秀才说。那我们用山中雨耶，来找找看。啊，山中应该很多吧？再没有。秀才呢？文裴秀才只有这个。啊，秀呢？也只有一个，怎么可能？哇，还这么难找？那山中雨裴秀才，他裴竟然麻烦，不是这个，这反而是对的，奇怪，有些是正确，为什么有些？难道他有调资料吗？没有，没有人整理过。我是怕这该不会，可是王右丞籍应该是有文章的啊，不是光。好了好了，我们时间问题就先，我再看有没有说出自哪里，对不对？维基文库看看。都没有写出处，山中雨裴秀才第一书，那山中雨耶，结果没有山中雨去查。可是刚刚有山中，我们都用山中了，那雨如果有的话，它应该也会出来。山中雨没有，雨你看，那叫你是那山中雨找其实是没有用。唉，好吧，那我们都要看这一个版本。没有说出处是哪里，还有注释，不知道谁注的。你看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厉害，都会注，结果现在你看我们都不用看人家注，自己都会注，还注的可能还比人家好，不敢说都比人家好，对不对？全唐文有，好，那我宁愿相信全唐文。那我要查什么呢？全唐文。钦定全唐文，这本当然就应该就很好。有嘞，哇，好，那我宁愿是这个，对不对？山中雨，这个帮他修一下。山中雨，他是裴迪秀才，根本就不是裴秀才啊！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为什么不要看人家整理呢？看到没有？人家是有迪字的，他就是没有。刚我们还要用他的哦，他这个还不错裴迪秀才，那我们再回去试试看，裴迪秀才呢？只有这个也没有用。再来，我这个要，这要不要？这我想还是打字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没关系啦，算古典，因为有时候举例的时候可以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后这个裴迪要，还有右丞，刚刚也没有，王右丞。裴迪，
裴秀才，打裴再打秀才应该就可以，好吧，乖乖读这个。好，我们这一节先这样啊，想要拉肚子，然后休息一下，我想出去看个电影，放松一下，肚子也有点痛。那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看三那个裴迪秀才书，是。脸书先这样啊，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脸书是石敬秀，先直播，先停一下这一集。怎么了？宕机吗？哇，不听使唤。哎呦，结束直播，好，暂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我们继续哈，大家午安哦。啊，这不可思议啊！这个早上看那个正德佛堂的优良商店报你是啊，正德电视台啊，正德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优良商店报你知》。方亮报你是，他在介绍这个，所以你看我就每次他介绍的，我就会这个找这个 Google 地图。啊，你看这个谗言的一个啊，所以你看你国文读中文读古文干什么？是不是？取这个像这个第二个言，我都忘记了，觉得好像熟悉又很陌生的字，原来汪衍白话还在用。啊，怎么取得出这种名字？当然，它这也不是蜿蜒的意思啊，是说这个蝉，有蝉的这个停住的这个叶子，还有蝉吃的，尤其是这个茶叶啊，因为它茶馆才比较没有农药或怎样啊。那你看这个，他在介绍这个蝉园啊，然后他也有这个蝉嘛，所以那个介绍的就会提到这一首诗。礼上柴门外，临风听木蝉。啊，你不信，你可以去查那个节目。今天晚上11点的时候会再重播。大概他现在是礼拜一早上11点和晚上11点，下午5点这样。至少这三个时段，当然还有。那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里啊，我的网页停在这里。上一次是找到了《全唐文》嘛，可是我徐熙先生教本。唐王右丞吉这里，我还是停在这边。结果刚刚一看，往负面想，是真的全身发毛的，那么巧，这不信的人都说巧合，对不对？我们已经皈依三宝学佛，就知道这都是有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那个佛，一切都是佛菩萨最好安排。还有这个，你可以发现，他这个应该是。根据什么文本录入？所以这些怪字，它竟然都可以正确辨识。这个可能还是用那个"四部丛刊本"的那个资料库的资料转来的，应该是。如果要严格追究，它还是有这个版权的问题。可是当然死无对证，那个资料就随你抠了。可是不要，其实很容易，你像这种很特别的字，它都可以照着你像那个"风"，它这样写。他都可以照着原文这样打，其实他这里少了一个那个。那假如你发现有些根本就几率很小的，他可以照原文，甚至错的时候还错的一模一样，那可能就可以间接证明，当然没有直接证据了啊。他是抄用人家的资料库的资料，像那个原他也是这样。念一遍吧，哦，原来辋川闲居。正裴秀才第一啊，这也是王维的《王摩诘诗否》的著名的一首诗《寒山转苍翠》。你看那个"转"多好，哎，可是也不对啊。我们那个"心转愁"是心更愁，你这点不能说"寒山更苍翠"。当然你要当成"更"来读，其实也是可以。哎呦，没关。
明白，这类心更稠嘛，那时候讲过，转稠都更稠的，所以你转要灵活的读，像这里转要读成变，寒山开始转为苍翠，那日船员就日流嘛，那寒山相对位置相关之意就是天天苍翠，一天比一天苍翠。这样这两句就，他这其实起手就有对句了，寒山对秋水，倚杖柴门外，倚着自己的拐杖，站在柴门外，这一定要天子还原嘛？谁倚杖？是不是省略助词？所以这种是你不天字还原是读不懂的，天字还原才是正常。你不能随便乱添啊！临风听木蝉，一样是我嘛，或者某个人，对不对？那他既然正他的话，互相正打，当然是讲我王维或者他想象裴秀才现在的境况，可能他还是倚杖在他的柴门外倚着拐杖，然后呢，吹着风，听着傍晚的蝉在那里叫。那注意这个好就好在哪里？你看那个蝉声是不是跟空气的传播有关的？那蝉声风有一首。像明朝末年，顾宪成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电影《风声雨声读书声》，这个是风声蝉声，对不对？夹杂的，临风面临的风，就是可以翻成吹着风，听着傍晚的蝉在什么叫嘛？那你这个蝉也可以说蝉的字义是蝉鸣，不是蝉这个动物，这都是七星大法，要懂它表格的，要灵活的，不要呆的死在一点上。那你也可以说是天字还原，所以天的。方法都是活的，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只要带回二座。所以为什么不管七星九阳，最重要的是什么？上下文嘛。这个是你看不编号，你只要上下文有，带回二座又没有矛盾，那绝对就是对的答案，没人可以反驳你。所以答案不会只有一种嘛，不一定，应该说不一定只有一种，当然也可能只有一种。对不对？不要死在一点上说一定只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诗中诗学里头有一个著名的话叫什么？诗无打鼓嘛。不会连这个都没有吧？真的没有为什么每次要用的？这你查一下，这个可以了哈。它就是。你不信，你去看看，所以我就存下来这个地点，我储存下来了嘛，储存想去的地点，喝茶品茶，品味人生，优良商店爆米汁，这个食物打工，中文视野，有时候你随便查，都会发现一些新网站，很多像国学大师都是这样才发现，香港浸会大学，这是中西都人类的文学都通用，没有说中文才是文。然后呢，渡头雨落日，墟里上孤雁。它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活用动词，我们第七招对动词，对，词性要抓对。你看它动词用得很活，植入就是全句的诗那个句眼，句子的眼睛，对不对？它用上这个动词。用"鱼"这个动词，那来了哦，动词抓对了，主词是谁？对不对？你看这七八两招，说难听谐音台语的"鸡巴"嘛，有时阵真正真鸡巴，为什么？鸡巴就是安尼才听看不懂学不会嘛。你这两个任督二脉打通了，哇，很多就会。像新年快乐，你因为天天有生日快乐，你不会觉得有问题。外国人听了生日怎么会快乐，新年怎么对啊？你看碰到，你看我就举着三字经嘛，干，你叫小到树干有何贵干，永远都听不懂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一样嘛，这个鱼，假如你不知道它的动词，鱼的主人是谁，你永远都不知道嘛。那这时候，当你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再运用一下小手术、小技巧啊，知道我可能会倒叙重组一下。把它还原了，对天字的还原，所以你看
这两个是放在一起，这两个放在一起就那么妙。那时候我画这个九阳神功也不是 key 档，不是被附身，可是我不是刻意安排，当然会有想一下，可是没有什么绞尽脑汁，没有哎，就好像我这里归纳有几个会天资还原的，就这样啊，没有刻意，就是，唉，自成哲理呢啊，心灵感通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觉得他这竟然错误率很少，应该是有，这个才对呀、啊？为什么会没有这个呢？进腊月，对啊？难道他的王右丞棋没有收这个？你看腊月，他都这些字，他都是标准的嘛？啊，该不会是用异体字吧？因为他都忠于异体字。清月，应过，不死心，真的就没有啊？清还有另外一个议题，把它认不出来，没有吗？哎，这字迹怎么好像？四库全书的那个是，哇，超像四库全书抄本那个字迹哈，这不知道叫什么体。哦，原来是一名翻原本抄补，明朝人的手机就这样，这个好像四库全书的手机哦，这就是抄补了嘛，这一本只是古本，可它缺的它，所以可见它应该掉了很多，哦，不是完整本。好，回来这里，你看渡头鱼落日就是怎么样？鱼的主人是谁？这里是哪个中文给你这样教？这样像分析哲学，这样不是好清楚？是落日盛夏，鱼的主人是落日，什么东西鱼？绝对不是渡头鱼嘛，是落日鱼。落日为什么会鱼？是不是就知道是落日就落到西边，要下太阳下山的那个夕阳？那鱼就是剩下一点光辉啊，快要进入傍晚了。所以他才用鱼嘛，那在哪里？是不是在渡头？那你这就可以天资完全到虚头怎么样？在渡头那有残照残余，对不对？剩余单字想不辞，你看九阳神功全都囊过，赶快收版税。唉，你说你自己听听看嘛，有哪一个我敢这样自豪？也许我孤陋寡，我希望现在有，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分享一些教学影音，希望有了，那很好。我就爱这个，那我就自己打嘴巴。我长大到大，我读完博士，从来没一个老师跟我这样讲解，几乎没有。偶尔给你点几两下就不错了，这样不是好清楚了吗？那你当你完全懂了，哪一天换你要作文，你会搞这种把戏吗？不要好像哦，好悬啊！这个是要有天才天分的，难道没天才天分就不行？当然，天才天分是不可思议。你看，连爱迪生也讲怎么样？有名的爱迪生的名言是什么？原来爱迪生长这样，天才等于你看灵感只要一啊，是不是？天才天分只要一就好。那有时候你输就输在那没办法了，对不对？谁叫你这是佛也符合佛讲的嘛？你前世有修才。法布施至少聪明智慧嘛，所以连这个他为什么干脆不100%汗水就好？因为有些是不可知的，这不可思议一定跟你前世有关，不是这一世能够决定的。比如说，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庭，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我碰到这些人，周遭这些人，就像佛门里头一句俗话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嘛。对不对？虚这样就会了吧？我举一，你反三。上孤雁的上是不是动词？先抓出来，所以叫先抓动词嘛。孤雁呢？孤雁，不，对不起，上的主动词主人是谁？像干，谁干谁啊？绝对不是你干我嘛！我讲干，一定是我干你嘛！你不要找错啦。那。
上的主人身是虚焉吗？虚里上面有孤焉，你就完了嘛。前面叠了一次，知道鱼的主人在后面，可见上的主人在后面，你就知道哦，孤焉再配上，总看得懂了吧？啊、哦，孤烟袅袅升起啊，升上来。你看升上，就好像这个残余，对不对？用残照当头，当空，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最好就在渡头，有残障，残，不是残障，残照当空啊，当空也不好了，也可以啊，残照。然后呢，这里是在虚里。在虚，当然这个还不是很好翻译，可你至少意思是我 ，I got it， 逃不出你如来手掌，你再怎么错也不会错的，那个荒腔走板嘛，啊，总不能错到那就要怪你自己，无时无刻变任何时刻，那么多啊，啊，在虚里，那要问你，你虚里的里什么意思？里就邻里的里嘛，就当然单字想不出就知道乡里的乡啊。对不对？也可以啊。那虚就是不是我们讲张家成虚墓废墟啊？这里不对嘛？那还得了？这里当然是废墟，因为带回上，所以是前面不是才讲上下文很重要？同样是虚，这里不是虚，这里是表人烟稀少，所以才虚。这个虚是空虚，人少，好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很少的虚，就好像偏僻。啊，穷乡僻壤的穷，这里不是钱财的穷，是人少的穷，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是废墟，不是。你看村庄，那你也知道为什么村庄叫墟，不像都市那么实嘛。我们不是虚实对应吗？对不对？然后虚实还有一个词叫殷实，村庄的人口物，对不对？人家说地大物博。物产都很殷实嘛，对不对？都很充实，可是乡村就没有那么多。像比如说我们生活机能，现在讲说生活机能，对不对？那都市一定比较实，乡村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好。光看路灯的密度和比例，对不对？路灯的烛光是几烛光多亮，不就明白了？对不对？你就知道什么叫虚，什么叫实。你看路灯这个最形象，你看得见、摸得着，路灯好亮，什么光明充满，不就充实嘛？那如果路灯远远的才一个光又不够亮，是不是好虚？那个灯光就很空虚，很虚。所以有一个词汇叫空灵嘛，那光好像又若有若无的。这虚里就乡村呐、啊，当然它既然有渡头，可能是渔村呐、啊，也可以啊，对不对？在乡村，在虚里头怎么样？有来了，孤烟是什么？袅袅而升起的，不能不要而袅袅升起的炊烟。为什么翻成炊烟？单字想副词，为什么不把翻成烟火？其他的烟？或者烧稻草比较不美嘛？炊烟表示什么？你看傍晚了，是不是要做晚饭？对啊，大家要起火，就是叫炊烟。炊，我们说炊具，我们前面才讲金正香破碎，对不对？炊具，哎，我这一堂课是给魏小杰同学啊，高中生，别忘了，那时候我们那个写那个十进修那个也会，啊，现在就看到这位嘛，啊，小杰，小金，对不起，每次都弄成。啊，小金108同学啊，你自己看你们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解这样，这才是真国文，自己说是不是？完全没有让你好像无里雾里头自己去摸索，老师好像丢着你自己去摸索，然后还美其名说是启发式教育，嗯，完全给引导你怎么去思考，用哪些方法去读懂它。关键你为什么会读错读偏？关键在哪？再来，现在就是一个关键啊！为什么是孤啊？嗯，刚刚讲过金正香，我们本科嘛，林真美的金正就是炊具嘛。在虚里有袅袅升起的，那孤你漏掉没有翻译，所以我考试你就不能孤了没有啊？这要怎么翻？有袅袅
有词其我有翻的，我就翻这样。为什么？有一个词叫什么？又是单字讲副词，是不是？你说九阳神功好不好？你灵活用的时候是非常不好，不可测。有时候你就一个灵感，像刚刚爱迪生，可是回应你马上脑袋，我脑袋怎么运作？马上抛出九阳神功或七星大法图，想想，哎，我这样想，哎，九阳神功有根据，单字讲副词。我刚刚脑袋就会想，哎，孤我可以翻成什么？此起彼落。我不是马上想到此起彼落，我是想到孤就是什么？孤单嘛，就是什么？孤零零啊，对不对？也写成孤零零，对不对？零就是什么？化整为零，就是什么？零钱零散嘛，对不对？就散的。那此起彼落不是也是散落？这里有一点，那里有一点，化整为零，不是整体的很多的。那是不是孤零零？有时候这里吹，这里有家生起火，有些没有，有些可能穷了还生煤炭来烧火。所以白居易有一篇很有名的叫《卖炭翁》，这个题目好像还以前大学国文选还有选，好像高中也会读，对不对？对，墟里上孤雁，再来。他那个"墟里上孤雁"，刚刚讲过"人口稀少"，当然"孤"也表示什么？人没有那么多嘛，也有啊。因为你孤单的时候，是不是比较人没那么多？那"单"是不是跟那个"零零零散"也有关系啊？你落单了，是不是就跟人家散开了？是不是都表个原因？你看有谁跟你讲这样的博文？可是你看我们讲这些，你觉得我们是在上文言文，还是在上你的白话文？是不是已经交融在一起？你才发现哦，哎，对啊，跟人家走失散开，不就孤单了？原来上和单有这种关联，有这种血脉关联，我竟然平常都没注意，不就是所谓的表哥原理？走在路上不知道，等到回家田野或者妈妈提到啊，这是你阿姨的孩子，你才知道啊，原来他是我的表哥，我还以为是路人甲，是不是？你说这是不是才是国文教学，尤其古文教学、文言文教学的王道吗？自己扪心自问，我百年来的国文教学有几个老师这样教？尤其那些国学大师，我今天才又分享了一次这个。你说该不该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补了一个嘛，所以光怪陆离，我还怕讲得太抽象。这就是教你们作文要讲一些具体，罪名。无时无刻可以错成任何事。我今天看正德电视台，刚刚不是一开始跟大家介绍，常遇老和尚又来无时无刻怎么样？然后呢，就是看优良商店报你知，刚刚对不对？我们才看那个林风听牧场，然后他好像介绍这个谗言这个茶馆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怎么样用对了。可是他前一个介绍那个。前面那个是什么？哦，大花农场，我都有分享嘛。你看，就这个，无时无刻又弄错了，又变任何时刻。啊，你看，我才刚写去看他节目，就发现这样，连无时无刻都能错成任何事了，还傻傻分不大放厥词，写成歌词床上。我后面这个就是，我当然不敢直接想说常立老和尚和正德佛堂。不要嘛，这就叫引恶扬善。那我这里为什么要讲？要留下证据，不是我们这都可以查证的嘛？不是我们这磨灭现代人或怎样啊？你不信刚刚讲的，只要他录影带没有毁，去查今天的节目《大花农场》就用错了。然后谗言茶馆无时无刻，他两个都刚好，所以我说啊，一定不同的撰稿人嘛。我如果同一个哇，那更厉害了。他根本两个脑袋是混的，脚在有时候用对，像精神分裂嘛。最近不是有一个片很有名叫《异裂》，《异裂》前期叫分裂，人格分裂之类的哎呀，我觉得还看呢，难怪名片。不信吃茶，那前面那个讲的是写成歌词传唱，五月天。我本来想写。刮胡五月天是怕人家觉得啊，我无病呻吟，算了，何苦啊？那么不好呢？尤其你来了，人家来找你，
什么？只要你不就那个了啊？中药无时无刻真正用嘛，十万不要再。既然是学校讨论，你看无时无刻造句就近。哎，五月天的降级啦，有啊。我们和无时无刻想睡觉，那就不要睡觉了。没有时间想睡觉，无时无刻缩小腹，竟然都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个才对嘛？就是无时无刻不想你嘛？那有没有想你？没有时间不想你，就是才是任何这个你要十倍也被无时无刻不五个一起不，可是这呆了。我今天造个句，我说他不是有造句就行，我说我无时无刻做坏事，我没有加不啊，表示我是好人坏人。好人嘛，因为我没有时间做坏事，我是不是都在做好事？这样才灵活呢。假如你今天要呆呆，就像那个小什么，马上又忘记了，小金，对，小金同学，你就抄那个笔记，就十倍哦，那个香是剑啊，我啊，那无时无刻不啊，你看像那个，你就十倍这个完了，啊，无时无刻不做坏事吗？那到底无时无刻不做坏事，那就是怎么样？到底是做好事啊？还是脑袋又凝了嘛？真正你要去懂到底无时无刻是什么，然后逻辑弄清楚。无时无刻不做坏事，做坏事是肯定的，对不对？在做坏事，不做坏事是否定的。你又没有时间不做坏事，就表示你到底有没有做？没有时间不做，就表示哇，任何时间都在做了。这样不是清清楚楚、不明明白白？我就听到有同学跟我讲说，我说为什么无时无刻、任何时刻，他还理所当然说。负负得正啊，好像以前他中学老师教他的，所以我才写这个嘛。你说你们是不是都要下地狱这些老师啊？真的要下地狱吗？前面我们才谈过十八层、十九层地狱，十九层还不是十八层。唉，没有时刻，要以否定流用。他无时刻不在学习，他无时无刻都在读书。到底有没有读书？无时无刻都在读书，没有时间都在读书，那就是没时间读书。即使你加了一个都在读书，可是没有时间呢。意思是，他如果要他都去读书的话，他是没时间的。林北无影啊，啊，还是没在读吗？不是吗？你这样不是很清楚？这有什么难的？就叫各位看如何想得清楚，按照那逻辑语言学不肯看，啊，重要。对啊，这谁写的？闲聊，海洋大学还食品科学系的，教育部没有错吧？没有时刻啊，对啊，常不要给人家漏掉这一句，常与否定词连用，指时时刻刻随时，你就是不看这个哦。无时无刻，只时时刻刻随时，就是标准的断章取义，是不是？人家是没有时刻，不是时时随时，时时刻刻就是任何时刻，所有时刻，不是，怎么会是没时刻？脑袋就这样混，然后又不肯去看语言和逻辑思想方法的书，本来就没有双重否定，对啊，本来就没有，那是这位同学脑袋清楚啊。因为两个无都用掉了嘛，怎么否定？还能否定谁？他都否定掉时间呢、啊？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讲两遍会变有时间。来，五月天，丢不丢脸？你看，宠上天，对，就是宠上天的歌词。我无时无刻都无怨无悔。那我问你，他到底都无怨无悔，有怨无悔，还无怨无悔？啊？我没有时刻无怨无悔嘛，就像我们刚才讲，我没有时刻都在读书，那有没有读书？不读书啊，所以我没有时刻无怨无悔，表示我都在怨，都在悔，不是吗？是他要讲的吗？我时时在抱怨，怨天尤人吗？是这样吗？啊，他这个很妙啊，他还用了无法无天，对不对？又让你无法又无天，你既然知道无法无天就是没有法没有天，任意妄为，为什么无时无刻变成有时刻呢？我无时无刻都无怨无悔，所以这位唱歌的是我任何时候都在怨
都在回了，对不对？我没有时间无怨无悔嘛，不是吗？五月天啊，留下证据，贻笑大方，自己看，是不是写成歌词传唱？我们没有五面，全都是跟你讲我们的实境秀，全都是要跟上，都是这样，我们都讲宇宙时钟，上帝那里都备案了。我们不像人家哦，后那监视器拍得到的才在意，拍不到的就侥幸，才不搞这种东西。我们是要往生西方世界，是也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自己想看看是不是这样？虚拟上孤烟就是这样。你也可以说，前面是讲那个烟，所以可以翻成此起彼落嘛。有几个能够这样翻？对，那我们随便虚拟上孤烟，你看人家怎么翻的？我们就看这两个，他能翻出此起彼落这个神韵吗？嗯，或者乡村。渔村村落升起，袅袅升起了一些，或者若有若无的炊烟，就表示稀疏不多嘛，因为它是虚拟，对不对？啊，你看人家怎么翻的？我们就看这两句了啊！哇，这一集又可以加这个主题了。我们只看解说或翻译，哎，没有，好吧，多说多，多说多错，是不是？哎，肚头上还残留最后一抹，这可以的，鱼嘛，最后一抹，这个也很棒。所以人家好，我们不会说哦，对不对？最后啦，不就是鱼？他把鱼的神韵翻出来，很棒。对啊，这是有功力的人才翻的，可是他都不跟你讲为什么鱼可以翻成最后，对不对？为什么可以翻成一模一模啦，再来就没啦，只剩这么一模，所以我才说他翻的好嘛。可你们都学这个，都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对不对？都不去管他所以然，为什么是这样，都不跟你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都不讲。为什么都这样呢？都这样鬼混呢？为什么讲一下嘛？好不好？知其所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翻成剩下最后一抹？然后村落里有几缕炊烟，几缕是不是就是孤翻孤？可是有几个人知道？我也要薄弱他这里翻的好。可是我跟你讲，不一定他翻译的人都不知道，我还帮他吹了。确实，否则你说他的几从哪里翻的？一定是孤来的嘛。几不是说就寥寥可数吗？所剩无几啊！你看都单字想副词是不是都出来了？多美！你看，是翻译有一种吗？你看人家好，我们会说啊，我们翻的才好，他的很烂。我跟你讲，他翻的真的比我们还好，佩服。你只要能够翻到这个成语，可是我跟你讲，国文教育就是有这种天才，或者他有天赋。我说的邪恶一点难听的，他可能故意不想让你知道他怎么懂。希望不是这样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会做，他不会说，对，他不会写书，对啊，确实啊，有人技术很好，像我以前当兵就是啊，那个学长都技术很好啊，可是我看得懂技术口哨，我可以讲解出来，他们未必会，对不对？可是你叫他怎么做，哇，动作好熟练，比我都还熟练，我们赶不上，对不对？哇，这个怎么讲得完呢、啊？所以我还有作业要改，我就想到有同学来跟我要企划书啊、嗯。可是你看，我不是要拖时间，可是你看一处啊，一处处皆是都有得了。不是我们要拖时间，你说我讲这些有没有价值？自己想，小金同学的例子，对呀、啊，几当然几是几个，无几否定他了，更比几个更少了啊。嗯，那、啊、他这个是用几个可以的，在这里文学院别忘了，不要死脑筋，几还是几个，当然就不多嘛，很多个要用数嘛，数绝对比几还要好，就还要多了嘛啊、哦，几缕炊烟很好，几缕就是孤啊，缓缓升起，对不对？然后缓缓当然天字还原呐、
哦，因为原文没有嘛，当然你上下文的情境是让你很悠闲的意思，绝对不是很急躁。人家说静躁不同，对不对？兰亭集序取舍万殊，静躁不同，一定很幽静、静躁、恬美、恬静的。你看这个恬静，不是恬静赞，你看同音字那么多，哦，是不是？这翻得很好啊，村落里有几。几缕炊烟缓缓升起，这翻得很好。渡头上还残留最后一抹落日余晖。其实，所以你看它鱼，你看，所以为什么古文好，古诗好？一个鱼字，你看我们白话用多少字去翻？残留也是从鱼出来的，最后一抹也是鱼啊，吼、哦，你就知道一个鱼多万。所以我们说它是灵魂，是字的眼睛嘛。对不对？这个句子的眼睛，对不对？一点都没错啊！啊，有人说是文眼一样，文章的眼睛，明白？你看这些词都没有啊，也好了，这叫一本万利嘛。我们现在用，以后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要用的时候就有了。你现在不做，以后就后悔了。那个蒋经国先生的。名言啊，以后要用，没得用。那翻得很好啊，那就不用。那这个呢？夕阳的余晖洒在那渡头，你说翻译有一种吗？可是他知道余晖这个不高端，刚刚那个就更棒，对不对？可是不能说这个当然没有那个翻的意境好，可是就是比较简略、简单扼要，对不对？他那个是加了太多了，可是正是因为刚刚那位。菩萨加那么多，你才知道哦。一个字，一字万钧，一字千金，对不对？那古文和文言文的这种力道，哦，这种强度，哦，如此的震慑人心的，对不对？我们前面学过震慑，让你瞠目结舌的，对不对？是可以瞠目结舌的，让你非常眼睛瞪大了看。舌头都打结翘起来，或者翘舌，有时候也可以说是翘舌，舌头都翘起来。张，人家说什么吓到什么，张口嘴巴打张开，一缕烟一缕，他翻什么就孤嘛，孤是不是孤单一人？可是，一缕就不是就比较差这种翻译，干嘛一定是一？这里一绝对不可能是文言文那个文学的读法嘛。文学语言为什么？因为一的文学语言是全部，我们说一心一意，全部的烟那更不通。那一不是文学语言，那只能一个了，它不能说几个，几个没有字典里头一没有代表几个。所以你看刚刚的两个相比较，你就知道。所以我们都试，对不对？这几缕绝对比一缕好多了。啊、哦，几缕炊烟，所以你看它烟也没翻，它这有没有翻？有，你看。哦，这个不得了啊、哦！这不知道谁翻的，他也难道是这个作者吗？那真的不得了。那只要不是的话，他也没注明出处啊、哦，这样很不好。或者大家抄来抄去 copy 来，所以有些人你看，就像古书，像庄子谁写的、啊，列子谁写的都不注明的。然后后来人才研究哦，哪些才是庄周、庄子写的，哪些不是，对不对？以前不求这个名嘛，我只要我的好作品流传就好了。那现代人什么都要啊，著作才就是这样才。现代人越来越呆，越来越痴呆。这两套心法就还，你看笑骂，讥笑成什么样子，还觉得自己很正义哦，颠倒，整个都颠倒，认贼作父。三是我们不就看那个老子《道德经》吗？对不对？我还记得是和尚公，这样比较快。可他这个是资料，哦，有这个赤部同花人，很好。他这个还是没有对应到那个，他这个很明显，他这个就是抓四部重刊的那个资料来了，资料库啊，嗯。我记得有和尚公啊，这里反而查不到。
猛看那个本站介绍的，我的忧心时间又 fly 过去了。可是我真的不是在混鬼混给你拖啊！其实我干嘛给你拖啊？我们又不是要考试教学，我是跟自己对话，因为我还有现实别的事要顾啊。嗯，可是我要跟自己讲，我们不是在拖啊，想快要快，这样才对啊！这样过来他反而没有做对应。对嘛，这里嘛，他说己不为有，己欲有嘛，用己欲有，有啊，我们上一次也是己欲有来查的，就查到了，圣人不欺嘛，啊，现在人就说啊，这是我的，你看这个人家都不留名，这个也没有留啊，人家还艺名，对不对？名字丢失了，亡佚了，嗯，所以既以为人，己欲有，既然用来怎样为了别人。是自己用来为别人的东西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多。既已与人已经就做到了啊，这是完成式，已经用来给予人的，自己就会越来越多。你看老子也算很难读，可是你看九阳神功护体，随眼一看到处是白话文嘛，还要看人家什么注释翻译吗？所以哦，你看我们现在看古人都觉得他好神。我孙守贞，你看录这个，我没有看注释哦，我也不是先背课游，我一样都是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说没有，我就照这个文字，就像我们刚刚看小经，等一下也要看小经的，对不对？或者前面看的那些代词性助词的例子，我们都没有在查，直接看。那有时候是因为上下文他只截了这一句，我们只能根据这一句讲，有没有再去看任何参考资料、注释翻译？我跟你讲，假如我是古人，一定觉得啊，古人好厉害，很玄。现在是科学时代，爱秀的时代，我录出来了，我做得到，你为什么不行？我希望各位都比我强，青出于蓝尽显貌，我都行。我是哪根葱？我还是打手枪 ，IA 也不能说 IA 片啊，就是淫欲、男女情色或者情欲还断不了的凡夫俗子，我都行。你也许比我还高尚的，为什么不行？我都跟大家发露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我自己的世界，我不是在学校教书了，还没离开是因为学校还不放人嘛。你们八塔在教也留不住我，全部的跪的不让我走，再考虑吧，不可能嘛，对不对？当然人也不能太绝情了，你要走什么？我们要走也不是任性啊，教书被人家骂不得已。何必跟人家结冤仇？是这样啊，不是经不起骂。我老子我横下脸，我管你善骂。好像我们慈禁秀会管你吗？我们也不去告你去诽谤，很不会啊。那我就厚脸皮，一般人就厚脸皮，随你怎么骂我继续教可以啊。那我们不要这样，我还有别的事做，何苦这样？那你讨厌我，我就离开嘛。蔺相如和廉颇，蔺相如都做得到，对不对？就回避你们嘛。你们有喜欢的老师，那何不成全你？我站这个位置干嘛呢？哎呀，那我有我的缘啊，没有缘我留个记录，后人知道哦。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代人都是混脑袋，有人可以把国文讲得那么精细、这么生动、那么确实的，不是给你打马虎眼，东空先生囫囵吞枣，是不是？然后看着原文就能讲，也不用看注释翻译。那为什么老师天出来就是啊，给我注释，给我翻译，你就知道。教育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你看到处都，你看是翻译，什么都要翻译。像我们上次看《地震歌》就知道了。大家要如果《地震歌》的翻译，你看都可以变关键字。然后期末知识教，上一次我没有看到，你看前面我们都看过了嘛。反而比较少人问《地震歌》的翻译、啊。有了上一次我们就那个啦，对不对？拍到呀，然后也是奇摩知识啊，都是的。你随便来一个，就是啊，给我一个翻译啊，是不是？好，比如说这样，两脚卷的神手翻有没有翻译？有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没有，好吧，那就别的吧，对不对？这我们看过啊，点过你们。那就这个啊，虚里上孤烟。你看，渡陀于落日，虚里上孤烟，怎么样？
有没有语义都是这样啊？大家要翻译啊，你翻译啊，那是一大问。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你看我的有没有啊？谁要给我这样？你看都不想看，我们还要花时间读完再去看看，因为不能闭门造车嘛，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才要去看。你像刚刚对不对？看看人家怎么翻的，你就知道自己藏在哪里。人家好的吸收见贤思齐，不好的警戒自己。有没有？你看烟囱村里的烟囱冒出，这个太科学语言了，一点诗的美感都没有，对不对？你不能说他错，可是就很差，对不对？这种翻译，那文学被他翻成科学报告了。那村落里有几缕炊烟缓缓升起，你看，那他为什么还要翻烟囱？根本原文也没有烟囱，他就卡卡卡音卡在哦，烟就要一定要从烟囱跑出来，一定要烟囱吗？我在外面烧稻草或者在外面起锅起炉灶，另起炉灶也不行吗？对不对？这对不对？好的、坏的，一目了然。那我们是介在中间的，也不是不让须眉嘛，没有输他们太多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很棒。你看另外一个，他孤就变成单一，一缕就不好。对，那你看两个都没有提到此起彼落，是不是也不错？这就是我们说不让当仁不让于师嘛。所以你会的方法。你才有机会胜于前贤呐、啊，才有机会青出于蓝呐、啊，是不是？不，你永远都是老师厉害，前面的人厉害，你永远都不能。你看我们此起彼落，刚刚那个翻得很好的那个作品，没有我们好啊，是不是？这个我要留着哦，因为到时候讲解的时候要参考他这个网站，免得我到时候还要再找一遍。那这个我就要。看一下，我要放在这个。放在这个我做时间轴笔记的时候的那一个档案，底槽里头为名。那么我刚在外面实体电脑录了，现在待在虚拟电脑里头又有。再来就是这个，你就会比较了嘛。再来还有很重要的是这个小金同学的著作权。他辛苦整理的笔记，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老师做到这样，真的无愧。然后我们说敢被那么多学生霸，你还有脸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真的无愧嘛？我不知道那个学生们到底在讨厌我什么，我就搞不懂。只因为我这个人不是跟你好说话，跟你好混，不好说话也是学业成绩啊，和你真才实学，不是平常生活都很好说话，对不对？你要请假不来上课，我有没有苛责你？奇怪了，那有些人说啊，这个老师好啰嗦，讲一大堆人生道理。老师的天职不是这样吗？那老师这样做个教书匠，只要把书教好就好。奇怪，你讨厌爸爸妈妈谁谁的呀？所以你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吗？不去检讨自己的正不正确，人家讲做人的道理，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不喜欢听，当做没听嘛。你今天做人家长辈，你不会跟你晚辈讲做人的道理吗？你不会跟你的爱人、家人讲做人的道理吗？啊？不能说人家讲做人道理啊，又在说教，又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理性的，就是靠宇宙是你开的，完全看你，对不对？好恶去决定是非价值，这样是非常，你自己说应该这样吗？人应该这样吗？这几个网站要先注意一下，到时候就不要找半天了。好，很好，好，那最后我们把它读完，老子也是啊。以为以其欲有，对不对？既以与人为人其欲有，既以与人其欲多。这都可以做我们常用的词汇。既以与人其欲多。那我们点这个原书，对一下文字有没有问题？你看就是那么谨慎，因为一本万利，你做一次以后几乎就表，这次要严谨校对嘛，否则你一错就鸡飞成蚁，以讹传讹了。什么既为人即欲有，既与人即这当然是为嘛，人人为有，我为人人啊。既以与人，那这。
既奇怪，它反而是这个，这个反而就不是用那个资料库，资料库它通常都会忠于原文做那个异体字，与人及愈有，既以与人及愈多，既以为人及愈有，既以为人及，对，没错，这个，我们少这几个哈，网址才不会那么长，知道在这一页就可以了。这个一样，把它存起来。我现在你看，我就可以打出这一句话，对，我要重启输入法就可以了。你看，既以为人也，你看就这个。打得出来，对不对？王伟这个小金同学，小金，著作权，所以你看，我们是绝对小金108。然后这个是王伟的渡头鱼肉，这个也要，这一样，录这个就好了。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残垣。雨帐，他这个反而没有做这个片名，我们要帮他做一下。那其他都是格式都对，就只有这个，这样就对了。这里前起不是片名，这样才对。格式它反而不行，那就找不到那个定位了。刷新一次就可以。好，这里，这也是很有名的诗，钟粹婆哈。这个曲里山胡言，怎么变这样？我打全形了。这里没有加这个了，这个有啊，这里没有啊，这里要刚刚那个空格要这样打，还是这样，空几格就不细究了。还没办法定位呢，一二三，它要空三格。那就整齐了。这样就对了。那为什么这里哇？它前面，那可是这里有啊，那就上一页要给它加那个 P， 啊，标志符号，这里结束了。那就好，那仲怎么会跑出一个仲秋？没错，那仲上面也没空一格。正主，这样，这也是。主山勇，这应该是这样读，叫主勇啊，因为他是家族排号懒山，所以主山就第三个孩子叫主山勇，这个应该是这样。冀州官舍主。对了，蟋蟀这个连在一起，对，好像就都 OK 了。所以这个也是孙守贞在整理的嘛，哈。你看这样就对了，我看一下有没有别人整理，没有，给我们，这是参考人家翻译。等一下我就述评描述和评语，这两家的
然后寒山长滩特有秋水日残垣，这个是晚滩玄奇山恳求的。秋水日残垣，倚杖残门外，临风听木蝉。复投鱼落日，墟里上孤烟。父子皆余罪，狂歌舞。这个最后一句是最简单的，就没这主要是用典。那一般那个典故大家都熟悉，五柳先生嘛，啊，皆那皆余是春秋战国时候人，哈，皆余是笑孔子，所以他把陶渊明跟孔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看，啊，皆余会笑五柳，那当然皆余是，可能指裴秀才啦，那五柳可能是王维自己指啊。啊，总之都是没有心机的人啊。那他这里为什么不讲孔子？皆余好像原来是笑孔子的。那他这里可能就讲，我已经不像孔子这种入世的，对吧？我像陶渊明一样，已经对世态厌倦了，已经归去来兮了。啊，然后值就是像我们值班当头嘛。又，然后这个又为什么用又？哎，难道承前启后吗？不是，他形容了这个村落的风光之后，说。又，这个可以倒叙重围，皆余负啊，直皆余负罪，应该倒成这样，就是又是也可以啦啊，那就不要倒了嘛。又是在皆余喝醉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是子日啊？我们说值班就当那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事嘛，所以他就有在那个时间发生什么事的意思啊。直皆余醉，在皆余喝醉的时候，或者。皆余又一次喝醉了，意思就是他不是第一次犯，他累犯了，对不对？这一次又看到皆余喝醉酒，然后在我面前，在五柳面前，这当然单指小布施或天之还原都可以，在五柳面前再审天之还原嘛，常常碰到这个再，常常会省略。那你自己写作也可以知道，在可以省略的时候，都可以把它省略，你文章会更简洁嘛，就是这个原理啊。当你有。很会读的时候，所以我没上过作文班，为什么能够写那么厚的博士论文？你很会读的时候，你自然就很会写，不需要去参加什么作文补习班了啊。真的，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学这个仓颉打字，觉得猜字怎么会答得比注音这种直觉式的还要快？它就是比较快。这个很难讲，这个要请专家来解释，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可是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啊 在五柳。先生就是应该在一次王维面前就在那狂歌了啊，疯狂的唱歌或者放纵的豪放的高歌啊。那再来注意科学读法的歌，那再来可能也包括跳舞啊或者吟诗作对都可以啊。又在五柳面前做他自己，可以翻成做他自己啊，没无所忌惮的或者那个放空一切的做他自己，都可以翻狂歌，因为狂就是不受拘束嘛。啊，不要像刚刚那个比较差的翻译是怎样？对，我们这种翻译是比较脱离了原文的。可是你神韵有抓到，它本来表达就是这样，不受拘束，所以你不一定，所以叫翻译不要被它自限制住。你只要知道它表达意，这叫意义嘛。可是你要钟情于文字的话，那当然你要说很疯狂的唱歌，对不对？那可是这样你就好像离不开"狂"的字，有时候翻成白话人，人家比较不能接受，或者甚至会误会。或者是没办法很完整的表达原来文言或古文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这要注意。哎，就为了这个残垣茶馆，对不对？残垣，这值得讲的啊，因为你看冥冥之中这么巧啊，不信的就说这么巧。刚看这个节目，他就来一个那个。这个被我们批评过、看过，没错，都言不及义的啊，这里碰一点，那里冒一点，那样啊，烧不到痒处，隔靴搔痒啊，麻姑搔痒。好，上一次我接着我们上一次，你看又过了多久了？拍谁啊？这不是故意要拖的啊？山中与裴迪秀才说，然后镜蜡月下，景气和畅啊，这个下就是当下嘛，对不对？因为你下不要想成空间的下，别忘了还有时间的，所以当下这不就时间下？所以镜蜡月这个时当下这个时候，
快要到腊月，农历十二月，景气和尚。我之所以敢这样断，是因为发现景气，你就不能下景气和尚，这不同。在景气，你又发现一个好玩的什么？原来我们现在经济景气，古文就有这个词。可是当然他们不是讲经济，那时候农业社会，然后什么经济，都是工商社会。他讲的是风景和这个就是天朗气清的气，空气啊或天气啊。所以你天朗气清学会了，不要光只会。天朗清新，整句话翻译气，你那时候用心学这里的气，你就读得懂嘛？都是讲那时候的气候或者气氛啊，或者气温啊，对不对？那这个是风景嘛？那你看我们经济景气是不是抽象的概念？就吸星大法人文的、精神的、抽象的东西，他就用这个空间自然的风景和气氛、气温，对不对？天气来形容嘛。所以"景气"这一个词是这样来，萧条也是用自然物去形容景气萧条。都是七星大法啊。好，我们没时间，不可能像刚刚那个带你们读一遍哎。可是这个其实不长哎，我都有点贪心想带，可是这样还得了？快一点带好不好？不能讲太细好不好？那我们买一送一，还上了这个收获满满哦。哇，这样太爽了啊！这买一不知道送几了，然后一样，然后网址你懂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它 page 爸嘛，那个 file 就是这一本书啊，一本书一个档案，然后就可以到这里了，很好，好啊，快。因为这里是小金老师，对不对？我们现在姑称他叫老师，但是小金同学啊，老师给我们的讲义，他传他老师的给他讲义。这里有以此不及之物相邀，应该是邀我啊。前面我们看了，怎么他变你呢？要么他笔误，要么他老师教错，要么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刚好顺便带大家快速看一下这个啊，进什么下，就是快到了什么的当下。要注意，这里就刚提到七星大法，对，不要想到上下的下而已啊，时间、空间的下、上下，没想到时间呢啊。然后景气和尚，故山疏可过，足下方温经啊。那故山疏可过就是过故人庄的过，我们前面学过念过就可以，就过访，你可以来啊。故山就旧山，我问你，叫你来旧山。拜访就是怎么样？希望你来看我嘛，希望你来跟我一聚。哎，我们拉到这里来谈，应该都可以删掉了。你看那个树，故山就旧山，所以来咯，七星大法要自然界叫旧山，人文就什么故人嘛。不是光叫你那个来故乡，为什么用故？就是以前我们曾经去过、曾经相聚的，或者你曾经来的都啊。然后不是所以啊，一定是旧山疏可过啊，故山疏可过。那如果你断成这样，变成山可以过了，变成那过的主人应该是山了，不是省略了人可以来过访，懂不懂？那故山的话，因为它前面已经有形容词了，所以它应该是可过的受词，可以来。故山走一走，啊，老地方走一走，这个发展成老地方，老就故地方就是疏。你看，你看，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嘛？难道我们有讲课外的吗？讲来讲去是不是都没有脱离？你这里疏是不是学会了？疏是非常形容，非常是这样，程度是，那可过就是可以来走一走。那前面讲非常就表示什么？非常值得来走一走嘛，你就可以再加个值得，这个才是白话的意思。那这里添个值得，当然是为了翻成白话文，当然添置还原是 OK 的。足下方才，你看方我们前面也学过啊，方怎么样，对吧？才怎么样？好像官批里头有，我就不翻了啊，我快一点过。足下是称对方啊，这个也是略过了啊，查词典。足下，而且我们以前可能有讲过，那么多诗经的方温经，苇不敢相，这苇是我自己
我们说猥亵，对不对？女孩子被男孩子侵犯了啊，亲脖子侵犯叫猥亵，所以猥都是不好的。那这个猥不好，一定不会称对方，就是自己，就是鄙人呐、啊。所以有一个词叫猥鄙嘛，那鄙就鄙人啊、就是我的意思了。我不敢怎么样，相邀，哎，相出来了。所以你看，既然讲代词性副词，这个相为什么就不理他？都举这个例子，然后大家抄来抄去，人云亦云。这里就出现一个相可以当例证呐、啊，对不对？这一定也是代词性助词，虽然我们还没看到下文，我敢大胆推论，当然不是的话，再摔破一下眼镜而已。这你看，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你怎么样，我怎么不敢怎么样，因为你才怎么样，在温习课业，对不对？你在用功读书，我不敢做坏学生，拉你出来玩嘛。温习经，读经，以前读经，当然就是读正经的书的意思了，就是可能要准备自己的课业或者自己很重视的学问，不一定真的要考科举，一般是指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嘛。那时候唐朝当然还没有四书五经了，可是要考一些经。他那时候有五经正义嘛，五经就这样来了啊。已经有五经，没有四书，四书是朱熹啊，南宋朱熹才有，那时候有五经了啊。一般温经都是为了要考科举了啊，考功名了。那你在读书，我不敢打扰啊，大概是这样，你看是不是？啊，对不起，哈哈，所以我们要开心的。是，怎么会这样？吓我一跳。这个可以，这个用不着。把地震哥都弄进来，对吧？不敢，烦，对不对？不敢相烦，就是不敢烦你，不敢烦您，对不对？前面是不敢相烦嘛，就烦你。你看这个也是代词性助词啊。然后则便往山中弃啊，则便往山中弃感佩饰。你看我都知道断句，刚看断这个就是感佩饰变主词怪怪的，所以要再感佩省略的再嘛，感佩饰。注意"四"前面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你就可以想可能是"四"的名字，像"三"前面出了"阳明"，可能就"阳明"是"三"的名字，"阳明山"嘛，对，类似这样啊，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断句了啊。你看我这个都十进秀，随便来一篇我就能读了。不要以为国文厉害，我们也不差啊。当然，我只是现代人的一个最猥亵、最末端的代。我希望各位都比我更厉害，不要被我们子孙看不起，也不要光去向往古人好，能力好强哦。我是现代人呐、啊，活生生呢、啊，以前古人多强，苏东坡多强，我们看不到他怎么读书的，你现在可以看得到我怎么断句读书，也许对你来说很神，对不对？可是我是人，不是神，你也可以做到啊，为什么？自暴自弃嘛。孟子感慨就这样，大家都自暴自弃，当然就做不到，对不对？人人皆可为尧舜，人生生都可以超过孙守正，不愿意，然后怎么办嘛？与三生，孙守贞，我的贱名啊，都知道哈。啊，与三生犯气，将来都很痛嘛，对不对？我在感佩寺里休息，所以他就说你在读书，我不敢打扰你。然后就怎么样，则就可以翻成就了，不用每每，这里没有每每，只有一次嘛。我们说动辄得咎的，这每每每每动一次就要被人家怪罪，所以动辄得咎啊，动辄这个词。这里当然不用动辄，这里就是就的意思啊、我们顺便用温故知新，我也复习一下。则有就，这个有字典的根据，那就 OK 了，我们就没有读错了。那么动辄得咎啊，急救嘛，对不对？哎，既然你不方便，我只好自己来啦。这个可见的故山不是他住的地方，可能是他们以前去一起玩的老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只好自己去啦，往山中，对不对？假如是王维自己住的，我们前面说请他来拜访他的话，那何必王？他就在那边了。你看上下文很重要吧？是这样，不是谁一开始像我们刚刚才读前面就知道对的答案是什么？没有嘛？你这样上下文不断推敲斟酌，就知道哦，到底在就变
变就变就和变同义副词啦，一样啦。你也可以说变往三中嘛，是吧？那为什么要写两个强调嘛？常常讲说重复就为了强调。你不在，我知道自己去了，只好，这就只好，它原文没有只好，所以你白话可以翻成只好是强调，只好自己，对不对？去了啊。那我是用只好自己翻则变嘛，因为不能约你就自己走啊，对不对？既然没有你同行，所以我可以用这个翻。意思来翻译"则变"两个字，当然字义是不对的哦。字义这里没有自己，没有，是它的情境，意思是含有这个。我当然可以照它的意去翻了，这样就可以。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考我的试，你翻译答这个答案，我也会给你翻加分。可是你要像我刚刚那样有讲解呐、啊，你直接跟我讲，就只好自己去了。这种答案我只能给你，对啊，也对啊，6分7分都不讲解，我就要问你"则"和"变"为什么会变成"就自己"，懂不懂？对啊。刚不就跟你讲解，啊，这个不得了！你这样讲了，你说我要不要给你20分？这一题要10分，有程度吗？真的懂吗？不是跟你鬼混吗？对不对？往三中这个山啊，呼应前面的故山啊，对不对？之前我们去过的山，然后在感佩寺休息，对不对？现在还在用油气嘛，油气中心休息。然后汉山里头的深，三深也可能说是四深，反正在山里头，对不对？哦，所以就寺中里的僧呐、啊，不一定是山里头的僧。那得三僧，那是指感佩寺里头的出家人僧众，吃饭吃完了啊，七就荧惑两栖的栖，但是想不死。就这个饭与三僧饭，这个饭应该是文法上是动词啊，栖是助词啊，表达这个动作做完了啊，动词的帮助，语助词也可以。而去北舍。哦，这里看方式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这断句，汉三僧吃饭完了就离去了，就是而，离就离去，感佩。所以我为什么知道改一种读法都是上下文嘛？离去之后往北走，跋涉千里跋涉，对不对？走到哪里？元霸。那涉他既然用涉，可见元霸。你看这个霸可以像，你看他这个还错字哎，终于看到一个错。我就说跟水有关嘛，我们说水坝嘛，有时候也会写这个坝，对不对？对嘛？那因为要跋山涉水，对不对？所以它是水啊。北涉元霸清，涉元嘛，所以元霸应该是个一个地名，它是跋涉这个地方，可能要跨过那个河水啊。当然不一定是在水里头走啦，如果你走过桥，其实也应该文学上可以说是涉啊，是其实要渡过而已。可是真正科学涉，你看有水有步脚步，就一定要在水中走才能叫涉。然后呢，在那里跋涉，发现什么清月映波嘛？哎呦，这里怎么有这个错别字了？你看这个映多好，唉，所以我们有在课外吗？好像孙悟空和如来佛掌心一样，永远还没逃出如来佛掌心嘛。你看，唉，冻美雕啊，兰亭集序，那怎么讲的完？我们要录几多久了？休息一下。你看，映带左右，就这个映。你看，字形结构换部首就是什么？是吧？换步骤就这个"应"嘛，把"草"字头拿掉嘛。学会一课，好好认真学，你看你会了多少？那时候当然可以是单字形结构，那要配以什么？乔王神功提醒你十全大补啊，你要补一补嘛，把那字会背起来。现在碰到这个，是不是就会了？所以清月、清白、明亮的月色怎么样？干净嘛，清洁嘛。照应的成果，可见已经在晚上了，对不对？啊，这故人知其所邀我，今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郭啊，这不是郭子仪的郭嘛？那但是想不着就知道这里应过照应的成果，对不对？青山郭外斜，对不对？然后你果然啊，夜嘛，因为月亮出来，夜灯，所以就知道我们断句是断对的，对不对？然后晚上再登上华子冈，华子冈。在王维里头是好像有出现过，所以果然是故山，
他们常去的旧山，又时常爬山。像各位上我们文化大学，阳明山草山又叫草山嘛，就是你们的故山，常去啊。那以后毕业离开了台北，离开了阳明山，阳明山你们就可以跟你同学校友就可以说那故山，对不对？哪一天再去故山一游，夜登华子冈，这个也是专有名词啊。你看夜登就对前面的北色，对不对？一个动词前面加个副词修饰。晚上的时候登上华子冈，既然是冈山冈嘛，然后辋川嘛，辋水就辋川，辋川别业，他那个《辋川图》对不对？王源很有名的，他也是画家，所以川不就川水嘛？所以他这里变化一下，他不用辋川，他是辋水是一样的啊，辋水。轮廉，那当然就形容水的样子喽，那你看可以沦陷下去，涟漪嘛，你大概就知道一定是讲它的水的波光粼粼，对不对？这里的光是月光，别忘了啊，不是日光。那涟轮廉啊，在那有轮涡，在那轮，我们说轮没就沉下去了，好像有漩涡，对不对？打转，与月上下。对不对？来了，前面才讲那个下是时间的下，这里变什么下？景物视觉空间的上下，对不对？辋水轮廉，与月上下，表示月映在辋水的川面上，对不对？所以与月上下嘛，那轮廉就是辋水上面有波澜，波涟漪，对不对？那涟漪，你看我们投一个石头，它会波，那月亮是不是好像就跟着那辋水在那波动？上下就是动词啊，跟刚刚的那个下。是时间的就不一样了哈，哎，寒山远火，寒冷表示第一个科学语文寒冷的话，表示这冬天，对，它进了腊月，对不对？一开头可以，那再来这是科学读法，也不符合它这个文章的内容。再来文学读法，寒山就表示啊孤寒嘛。先听说新加坡，我是听金孔老法师讲说孤寒，他们华人有这个词就很吝啬。现在他自己是不是来这个山旅游？没有朋友伴，是不是也感觉有点单薄寒冷？我们说衣服穿的单薄，是不是就会寒冷？那现在你是孤单，你看又是表哥原理，可以想那么多相关的词汇。所以寒山远火，那也帮这里除了朋友不在的寒，也表示怎样清寒，没有别人来访哦。我们前面读杜甫不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寒士比较不跟人往来的。比较没有资源的，没有人鸟他的，那就比较孤独、安静的嘛，那在现在寒山就类似空山啊，没有人的山。那远火在这一座天气冷的话，也对，或者人烟稀少的山，只有我王维在的山，可以看到远方有火明灭，明灭就是对前面的上下，你可以说是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当然这个相对位置是已经很变化型的啦。你要灵活，上下是动词反义副词，对不对？明灭是动词的反义，一下明一下灭，看到的火有时候亮，有时候暗。然后另外呢，深像这个深的议题，这个没办法，对不对？这个是你要，这是你要这个，好像还不是这个字，对，是这个。这就是"深"的意思是啊，林外深巷寒泉，表示有人住才有巷子。深巷就很深，深就表示什么？很远啊，深远。所以有一个词叫"深远"嘛，眼光很深远，对不对？很远的巷子，寒泉沸声如爆啊。你看他为什么用"寒泉"？所以这里让人家听起来有点胆战心惊，尤其这个"寒"，它重复的，这是它的短处，他可能自己没注意。已经寒山又来寒犬，这是有点小瑕疵哦。反正信笔拈来跟，这是跟朋友说通信嘛，我们就不苛责了。可是你要讲究的话，这里可以变一下，不要说寒犬我这里可以写孤，我们常讲孤寒嘛，孤犬，这孤也一样，不是只是单一的犬，对不对？刚刚讲听到几声犬吠，对不对？听到犬在那里叫，所以这个寒犬也是有零零落落，前面讲此起彼落。吠声、狗叫声，你看，我们有没有离开地震哥？自己说，吓都把你吓死，你自己说是不是嘛？犬吠，犬吠，
完全没有，好像鬼打墙出不去一样。那这里就知道他的肺的声音如爆，这个断应该断这样啊。林外声像寒犬吠，声如爆，对不对？他的声像豹子啊。那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你甚至也可以读这样：林外声像里头有寒犬，里头当然天之环，我不能细讲了啊，真的，你自己在推了啊，我就不再一一那个的，因为我们重点不是这样，我们以后可以专门为这一篇录一个都可以啊。然后吠声，它的吠声，犬的吠声像豹一样，因为在荒郊野外嘛，我听到狗在那叫，会像豹。那个豹怎么叫？豹好像也不是狗那个声音吧，对不对？总之是比较凶猛的野兽，会让人家害怕，所以它这个是有打寒战的感觉，让人家会有点觉得。有点阴森森或寒那个的感觉啊，然后春虚又来了，对不对？前面我们才读那个诗才来，就春落，有讲虚就表示人很少，偏僻，然后穷乡。春虚夜冲，复与书生相见啊啊啊！现在已经晚上了，夜晚上竟然还有人在那里冲米，奇怪不睡觉，看得到吗？还要点火，火把灯火，对。那春虚竟然还有，还好不是半夜磨刀的女人的，以前有个电影，这不夜晚在那舂米、捣米，然后这个捣米声又与啊，春虚夜冲啊，林外声像寒泉，哎，这其实好像有点四六文，你看哦，黄水连雨夜上下，寒山远回明灭啊，这没有，这可是这个是六字句啊。这四字句两个四字有没有？只有这个五字句，还有，那你这样断也对啊。林外声像，你看还相对位置。寒泉吠声如豹，春虚夜冲，复与书中相见，对不对？这个月聪明的声音又和，这为什么又用？因为前面有犬嘞，它这里是形容它现在不是看到的景象。我们讲注意啊，七星大法又来五光会通，听到的声音。那除了有犬吠声。像豹的这种犬吠，或者这里比较读成科学的豹，因为好像不合嘛，豹叫的。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豹怎么叫，豹的叫声。看嘛，豹的叫声是什么？对不起啊，有版权。哎，那怎么那么短？31秒。你看。它是猫类嘛，你这是小豹啊，怎么会这个声音？狗是嗡嗡嗡，至少是狼也不对啊，怎么会如豹？所以你就知道，哎，这证明了，对不对？哎，你看那个乌狗很棒哈，都可以这样一查就有，所以要善用那个资源，好不好？那你们就秉多啊，叫声会让你融化。什么小资啊？你看，他们的猫啊，当时还没有大叫了啊，带回来是不合，狗声怎么会像豹声呢？要么就是怎样听不清楚，到底是猫叫还是如猫，还是都跟猫就不吓人？他这里就要营造吓人。那为什么他不是犬声如虎或如狼，对不对？呜，你看狼也是跟，是狗犬是狼科嘛？对啊，奇怪。那其实这里正确的读，照这样的话要符合科学啊，要保持文学的美，就是听到那个犬声好像是什么猛兽，把它读成猛兽在叫，好吧？这样比较对，所以才跟这个寒有相应啊，相呼应。那书中就是。这个钟声隐隐约约听到，隐隐约约就疏疏疏不密，哎，本科又有疏哎，对不对啊？不对，卷顿行那里有讲到疏啊，不是这里疏，卷顿时的时候《礼记》里头有用到疏，对不对？啊，疏疏密密什么的，不是这里的疏。
所以书就是不密嘛，就是不密，那个终身不密集，甚至我们在文学化一点，就是隐隐约约听不清楚，然后听到书中相见，很奇怪，暮鼓晨钟，对不对？应该 白天早上才有钟声啊，暮傍晚应该是敲鼓，那可见这个应该不是寺庙的，可能不知道哪里有那个钟声，相见就是互相间相杂啊，有时候有钟声，有时候有口叫声，在那互相交错的。此起彼落，然后此时独坐，有没有独就跟这个寒都故意的，只有他一个独坐，你没有来嘛，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独坐，然后同仆，哎呀，原来不是一个人嘛，可为什么他说独坐？所以你就知道古人的价值观，这些不算人，他才是，他只是附属品，懂了吗？所以以前人口贩卖是合法的，他们比较没有什么众生平等或人人平等，现在民主时代啊，人权的这一种，这要注意。可不是表示他就糟蹋他，懂不懂？所以叫人家骂人才用这些词去骂人嘛，叫人家要有出息，不要做这个。可是他不是因此瞧不起这个哦，尊卑有一定的定制嘛，对啊，独坐那不是有仆人在陪伴你吗？有什么独坐？现在你那不是？难道仆人不算人？对，那时候仆人不算人。注意这一个，那你就知道他多尊敬他的朋友，懂不懂？那他当然那时候的人一定也劝勉人，一定要有出息，不要做同仆嘛，对不对？你不能拿现在价值观哦，什么都连杀人犯要废除死刑，对不对？像最近的什么男女平权，那个性别平权，对不对？同性恋也可以婚姻合法化，这是这样，这种价值去衡量人家，你就没有带回恶作，没有那个同情心也不行。你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同就好像我们讲了，你活我们人活得多消灾，死后呢，你灾系宇宙不是你开的。同仆静默也没有声音，我们用他这个默哈，安安静静的没有声，多思囊袭洗手赋诗。那这里应该断句断在这，多思的主人是谁？思是思想嘛，所以就想着，囊袭就过去哦。现在白话也在用哦，过去的时间啊，那多思形容思想很多，对不对？想到很多以前的这些事，所以叫多思很多。那这个主持当然就是王维在想啊，就像那个独坐是王维独坐咯，那同仆寂寞，这同仆也没有声音啊，不敢出声，不敢打扰主人的雅兴，是不是？然后。他就想到很多以前洗手跟谁洗手，很明显当然省略嘛，这个写给裴秀才的，裴迪的当然就是跟裴先生您洗手，一起牵的手，再来又来了科学语言，牵的手，手拉手，好像同性恋，可不是啊，又是文学语言，一起结伴而行都可以叫洗手、这个字也念鞋，鞋子的鞋这个音、大陆好像现在标准念鞋、携手赋诗，然后步仄静，你看我顿了一下，就是要看怎么断句才对啊。林清流也，对不对？是这样，这里变成三字三句，那就知道第一个是动词，相对位置有相关字，林也是动词。你若不看成不发名词，就是抓的错动词，对不对？那你不比较难，不容易辨识出来，你就看后面的林。对不对？相对位置有相关字，看后面的林，它也是动词啊。林清流，你看林好像《兰亭序》还是哪里也是有用这个林嘛。以前叫杜甫诗也有这个林字，那动词，所以跟同学讨论，大家光临，自己看我们以前十进秀，所以都不听话，在那只会在那讪笑。这个老师可以开始上课了吗？讲好多什么的，为什么讲那么多？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讲那么多就是我安心，你现在读到这个才发现以前孙老师那么啰嗦，原来就是怕你这一天吃瘪，不听话吃瘪了，不是我们没有教没有提醒你，自己那时候自以为是，对不对？什么别人的意见什么都没办法再吸收心思了，你这时候跌倒了就怪谁？其实这当然不是临时的临，这是动词，面临，面临，面向清流，就是看着清流，然后跟你一起洗手在那吟诗，对不对？然后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静，我有一个词叫行不由静，就是不走大路走小路，
那这只是换部首改成双人旁改侧重旁，这就是弯弯曲曲不平的。那也可以讲说颠颠起伏啦，崎岖起伏都可以。总之就是不是直线平线的啊，平坦的都可以。不管是平坦的，这个是平面的，或者说直线、横线都可以，都可以算这。总之都不是平正的就对了，平平正正。然后去看这个清流，因为它前面有提到王水轮连，对不对？所以这个清流可以呼应这个。啊，那因为现在孤独嘛，就想了很多以前跟你的种种，就好像是分手失恋之后，对不对？这个思念有一首民歌叫《总在分手后》啊，你看都变成关键字了。思念总在分手。哦，原来叶嘉秀先生开始，对不对？思念总是在分手后开始。他现在跟，所以你看是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现代民歌，这个是王维的情绪感怀，也是因为他没有跟他一起来，是不是就多思啦？思念的思，关键字没跑掉吧？啊，然后当待春中。啊，因为现在腊月初，对不对？冬天了，要入深冬了啊，所以说应当待春天的时候，对不对？春天之中嘛，就春天里，我春天里也可以，中就里面，草木漫发，春山可望，就是呼应前面的故山。那这时候不是寒山了，是春山了，可望啊，可以去望，也可以，这是一语双关，也可以希望、期望、期待的，对不对？可以去观望、赏景。观赏景色当然也都是对啊，对的答案都是的，所以它句子可以包含很多意象。就文言文的优点就在这，字很少，包含的内容却很多，你可以少写好多字。然后清，你看这个字"生"字好了，又来了，这个字什么意思？字形结构冷静去偏，然后出水在水里头，水里头字形结构有鱼，你也知道这个应该就是跟鱼有关的。那为什么说清？表示它是不是很悠游的在那游啊？我们说健步如飞啊，对不对？很轻快的步伐啊，清树出水，这个应该是念，你可以念欧阳修的修啊，它右左上角就是修，只不过它声音变化，它变什么？这叫查词典，这好像念树。我们有一个词，也是字形结构换触手，表示时间动作很快，就树，对不对？这个右下角是一条狗。它狗改成鱼，发音是一样的。你看，哦，不是啊，不一样，它变愁或游了。啊，可是不管念，你看愁和欧阳修的修是不是都是欧韵？啊，跟那个树欧里头也有乌哦，这个就乌嘛。欧其实就是哦乌的合意，哦，所以它还是有乌。这个是念树，这个很快。标准要念愁，是不是还是？管它是什么白条啊，还白的？你看这个字哦，其实还是换部首，它把鱼写在外面，里头加个木头，对不对？那忧还在嘛？看得出来吗？对不对？性命攸关的攸，内行是这样看。所以说急这个，其实换个字而已。那你不要说它变成条，藤条的条，条件的条，不是嘛？它加个木而已。这个也有藤条的条啊，里头没有木嘛，把鱼再拉出来放左边写，这根本都字形结构第三招九阳神功都要破了，在笑嘛，随便你看白条起之后你就懂了，根本就换字形结构的问题嘛，那通假字嘛，我换个造字原理对不对？造字结构换一下而已，啊，总之就是沉鱼淡水，对，没错，这一定淡水，山中里头没有咸水啊，一般不会有，然后细长。鳞很细，腹很白，也称什么？那不知道是什么，那干脆就看白这个字怎么念，也念愁吗？你看这时候面条了，我们讲过知是是是不是断的特呢？对，对不对？所以这还是一组声母有关，o 跟 ao 也是有声音变化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像露水的露，就刚刚我们讲乌跟欧的关系，这你都可以看我们声音变化的关系，我就一样了，不能再扯了啊，就这样带到分，总之有声音变化的关系。那这个你可以查 Google 啊，既然念条不念白绸了，那就白条到底是什么？哦，这一种叫白条哦，河川里头
像啊，银鱼银白色的皮肤，对不对？水亮亮，然后月光照下去，是不是很清楚？就好像一条鱼，很多鱼一条一条在水中那闪闪发光游过去，啊，所以又不游得很快，所以轻飘出水。这个出水不是跳出水面了，出现在水中，对不对？都可以，就是从原来你看不到的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都可以叫出水。我们说水落石出嘛，出现，不一定要跳出，懂不懂？你当然读跳出水中也可以，可是很，除非这种鱼很会，很喜欢跳出水光，像飞鱼这样。我不合道理，你才知道转山不转路转，对不对？七星的老法叫你不要死在一点上哦，出就一定是跳出，没有别的出，出现呐、啊，那什么出现法？从你原来知道的地方或没看到的地方出现在你眼前，是不是一个叫？那水只是说在水中出现在你眼前，它还是在水里头，没有出水面嘛。那白鸥，你看前面是水面，往低头往下看，相对的抬头就可以看到白鸥、白鸟，对不对？然后脚翼露湿清高啊，脚翼就是张着翅膀啊，不能多讲了啊，我们这脚是有展开的意思吧，应该是这样。啊，当然我也要学了啊，怎么能错上加错？脚应该有张开。我们说矫枉过正就是把它拉嘛，把弯曲的东西再把它搬回来那个动作就是矫。那总之要用力气把它张开，那翅膀当然用力气就是张开啦，对不对？总是要你看高举的意思啊，矫翼对不对？白鸥脚，就这个。啊，高举的翅膀，高举的还不如翻成张开翅膀就好。那高举的翅膀什么？张开翅膀就是说，在天上飞嘛。你看张开翅膀是不是又是科学语言？对呀，啊，你这就可以翻成条愁鱼或者条鱼，白条在水里头若隐若现的游着，悠哉悠哉的游，鱼儿鱼儿水中啊，然后看到白鸥儿在天空展翅高飞。展翅就是脚翼，那它原文没有高飞，翼在言外嘛。言外之音当然在，不是在路上展翅，当然也可以在路上，懂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光想成在路上，那一般鸟是在天空才展翅嘛，你就可以翻成展翅高飞了，懂吗？所以你要这样真懂了才去翻译，不是学人家翻译，然后也不知道人家翻译怎么来，一般也翻译也不跟你讲他怎么翻的，怎么会这样读，对不对？各位国文程度才会事倍而功半，那么努力还是这么差，会的还是那些人，就觉得好像国文变成一个专业一样，你都不会觉得奇怪。语言不是大家在用，为什么会的就是那一些？那只有两个条件，像我孙守生是毫无常识嘛。我们为什么呢？我们是第二个孔子，我们普及这个教育，不会说哦，这个大学殿堂来教这个，所以我们都完全没有版权。你肯学，大学研究所一流的国文教给你。你不肯学就晾在那了，那不是我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国文就是说国文系或国文家那种，我们可以合理玩，要么他不教，要么就可恶，就是藏私嘛，怕人家大家都抢了，文学家的大家都变成文学家，文学家没饭吃了，是不是这样？希望应该也不是这样了哦，那绝对希望不能是这样嘛，那真的就是自己就有报应了啊，自己种什么因，自己得什么。然后露湿清高，所以我一直读都在看上下文才知道怎么断句比较对。因为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高，像那个很有名的陶渊明《登东高以书啸，林清流而赋诗》，他有林清流嘛？那一般古人在注文章的时候，他可以说这里是抄陶渊明的《林清流而赋诗》。你看，你查林清流一定是。陶渊明归去来时，对不对？最有名林清流，啊，所以他的林清流三个字是从陶渊明来。一般以前你看那个赵明文写那些古人注，他都是通常他都注这个语汇的出处，所以说这一句话原来人前面有谁用过，这个字是出自谁的创作，好像有点注宣示这个出处或者智慧财产权的感觉啊。虽然以前没这个意思，可是感觉就注明出处。那这个。高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在地平、在地面上比较高起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小山丘、小土堆、小石堆，可能都是这样吧。那有时候田边
高起的地方也叫高。那你看它既然是水边的低地岩啊，你又来了双极意，到底是低，到底是高？有没有看到？当它跟湿地有关的时候，它是低地，那有时候又是高，山高。可是这个山高不一定是高地，可能山里头的低地嘛，比较湿低洼的地方啊，所以你看水田都跟比较低洼的有关。可是它又通高，可能声音关系，通高通假字嘛，对，奇怪，那个还没有用那个白陶渊明那个啊，以前我记得学的时候是说高起的图，对，总之它有双极意，对不对？哎，啊，在这里当然不重要嘛，管它是高还是低都没关系，总之是讲这个青色的高，注意青啊，有包青天的青。青梅竹马的青，还有青草、青天，那个青睐的青，有黑色。你觉得这个是黑色的高地还是绿色？它既然有路有湿，可能是长满青苔的一个石头，都可以叫青高，对不对？那这个比较可能是绿色的或黑色，有时候就深黑色、墨绿色那路湿青高就是沾。不但是那个长满了青苔，而且上面都是露水。因为现在是晚上，别忘了冬天的晚上可能比较湿冷，尤其是旁边有水嘛，网窗网水。然后，麦陇潮渠思之不远这个我考倒我了啊，这可能是一个动物，因为它像鸡一样。只不过它左边不念溪，鸡会念鸡，就因为左边念溪嘛，它改成句，就好像渠一个鸟，那可能就是早起早上那个鸟在叫，对不对？那它现在是写晚上，它又可是它别忘了，我们这也是读，它是想过去跟裴迪在一起携手同行的样子思之不远这里为什么说思之不远呢？因为他想春天快来了，对不对？别忘了啊，上下文。对不对？距离现在不远了，到时候春天来了，又可以跟你携手同行。然后麦陇就是在麦田里头田垄之间。然后早上可能有鸟在叫吧，类似这样，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来我们查一下。渠应该是动物，也许就是鸡类，鸡类。鸡早上叫没问，哎，雉嘛，雉鸟，雉鸠。哦，这个念鸠，对不起。不念渠，我念渠也没错啊。鸡栖兮转各科呵嘛，这个很明显，因为它左边念句子的句，那句子之意是不是也可以念勾践复合勾或鱼钩的钩？那你可以知道这也是鸡栖兮转各科呵嘛。句子的句是吁和欧，我们讲过欧可以跟乌通，乌又跟吁通，所以都是有关联的表格，这是声音上的表格原理，血脉关联。雄雉鸣叫。那可能就是雄，雉也是一种鸡嘛，比较漂亮、比较大只的鸡，对不对？雉鸠就是，鸠就是在鸣叫，所以它不是雉鸟，也不是鸡，它这里用鸠而已，就是表示什么？朝鸠，麦陇朝鸠就是早上听到那些鸡啊，还是鸟在那叫，这里只是鸣叫，它是动词鸣叫，不是动物啊，所以它是这个鸟类、禽鸟类的鸣叫，不是禽鸟在这里。注意啊，词性抓对。我刚刚是跟你们讲解的时候是讲它是动物是名词是不对的这也是讲那个种动物在叫不一定，当然也包括鸡在叫，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你看我跟你晚上，你看春山可望，对不对？这时候我想白鸥应该晚上不会飞吧？这应该都是白天的情景那它既然朝够，我们也可以讲说。尤其这里好，这里是白天，这里可能晚上路是清高嘛。那等到我们玩到盘一些通宵不睡，到白天又听到那个鸡啊、禽鸟啊、类啊、禽鸟类在那叫，对不对？然后思之不远啊，这样的情形，思不远啊，这个"之"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拿掉。你看意思一样，思不远，不远是指什么远？我们前面才讲远或长，七星大法，这是时间远嘛。应该不久就可以，又到了这个季节，到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懂不懂？这时间远
那这个诗可以读成这，代名词是这，啊，彼此的此。这就是说，这种情形，这种以前我们在一起的那种美景啊，美丽的回忆又可以重温了，啊，不远不远之后，不久远嘛，啊，没有多久又可以重温，是不远这样的情景，不远啦，快到了，不远就快到了，啊，之没有意思了。加个之主要是什么？就是有强调，真的快到了啊，然后。哎，我们读完了，没有那句啊？怎么会这样呢？那不可能，我们是查关键字来的嘛？那只有这个相反呢、啊，反而是另外，它是有代词性助词哦，要命！没关系，至少也读了这一篇啊，算不算离题？不算嘛。我们刚刚讲话多少跟我们学过课文，或者甚至现在当下的地震课都有关。啊，思之不远就思不远，甚至你可以作文的话，思不远矣。直接翻译可以说，真是没有多久就可以重温以前的旧梦啊，真是没有多久啊。啊，这个是真是，当然算是天之完人，人文没有。可是思不远这种构句就是有点强调的意思，那加上那个之，这当然更是强调了啊，真。真是就是从那个诗翻出来的，倘能，它的远是这个远字，不管，倘能从我游乎？啊，这样的美景，以前的美，以前美好的回忆，以前这种很棒的这个旅游经验，这个出游经验，一起走，一起散步在这种大自然的经验，倘能的反问句嘛，从我跟从我游啊，现在我不好打扰你。倘能明年春天的时候，你能够吗？有空吗？所以现在你好好读书，我不打扰你。他说要言下之意，到时候当然这个问是希望你跟我嘛。到时候你要拨点时间来，我们一起再走啊。倘能就是可以吗？啊，那可以就是能嘛。倘是如果可以跟从我来游嘛，是这样。可是没有人这样翻的嘛，对不对？如果可以，所以翻成。可以跟我一起游就可以了，这个"倘"就不用翻了，啊，"倘"都是"倘若"、"假使"的意思，就设问句嘛，设问什么后面这一句，啊，它的功能意思是这样，啊，"倘"发一个假设的问句，什么假设问句后面他要问的这一句，这样做可不可以啊？就是这个"倘"的意思，可不可以当然是能了，啊，非那再来"倘能从我游乎"啊。哎，出现了，中了呀！啊，然后非子天机清妙，不是你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吉之物相邀？哎，真的是邀你哎！小杰是对的，我还好，就没有白，对，邀你，您啊，这也是那个裴迪，可是很妙哈。明明同一篇，这里又相反，对不对？前页啊，等一下我们看全文就知道，对不对？相反，尤其不敢相反，你看现在白话几乎还在用，不敢反你也是，他为什么只举后面那个？对不对？它其实是有两个相嘛，都是这个代词性助词。啊，我跟你讲，你今天去问王摩诘、王维先生说什么叫代词性助词，啊，他一定跟你讲下，立功下，可他会用啊。你就知道我们国文教育在哪里，为什么出不了王维了？教育那么发达，应该王维要多出几个嘛？这个才是王道嘛！我会用，我知道他怎么用，他的意思是什么？比你搞什么一大堆花拳绣的代词、新助词、代名词什么，那只是帮助你学习上的。你学了要会用才是真的。功成者趣，当你这些灵活真的程度提升得到，这些枝枝叶叶的就可以退掉了，就好像。今天你化成蝴蝶，前面那个虫卵和那个蛹还要吗？当然就脱掉了嘛。现在就是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就是这样，是吗？像我们这个就是为了一个同学来问老师，这是不是代词性助词啊？不去问自己，完了以后碰到这个香会不会毒？你管它什么代词性助词，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嘛。这时候再去学哦，原来这种用法就是所谓的代词性，像我这样学。你孙老师，我这样展示给你看，这样不是才对吗？
先把本过好了，再回来。哦，原来，因为我们从来没否定这个文法加取这个名字没有作用。有啊，因为你有一个名字以后好沟通嘛。以后我们讲代词性作用，你就知道我在讲这种字这种用法，这是好的。可是你不能买椟还珠，拿着这个盒子啊，只会这些例句，结果去实战去打仗了，看到其他的文章也是代词性事实，只是要。只要你没有读过的，根本也不认识，那都假的啊，没有用。你背再熟有什么用？哪能够啊、哦？所以这是哪能够嘛？反问句嘛？所以这不是难道能？这个是哪能？哪里能？哦，这个其实哪？然后你能不能够来跟我一起了走啊？走一走啊？来这个旧我们的老地方，再重温旧梦，走一走。不是你。天机清妙就是你的资质啊，意思就是不是你的为人个性是这样的话、啊、清妙就是不跟人家混在一起鬼混嘛。你看我们说混浊是不是就混、啊、喜欢鬼混的你是很清妙的，对不对？你是洁身自爱的，你是喜欢那种大自然，不喜欢跟人家在那耍关系啊，那富二代在搞人际关系的，不是你这种个性，你这种资质，你这种兴趣的话，我哪能，对不对？岂能就哪能用这样，就前面啊，用这个美景啊，以前的美好回忆来诱惑你啊，这样的就此啊，用这样不吉之物，意思就哎，一般人，我跟你讲，这都客气话。我问你不吉之物，那王维干嘛要来花时间去走？王维干嘛拿这件事来理人家？意思就是这是谦辞嘛。假如你不是像我想象天机清妙的话，你一定觉得这是不吉之物嘛。干嘛浪费时间在那？我如果把时间拿去赚钱，跟人家打好人际关系的，弄好我的人脉，不是更重要极致物吗？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不对？价值观不同，所以他这也是视清楚的。当然，他跟裴迪好像是知交嘛，这当然就还你看知交还讲这种客套话。那假如你跟某个人其实认识不熟的话，我也会写这种信，这个其实就是谦虚。那、啊、你今天有纯粹要懂人家这个谦虚，其实他是觉得这是急的。你如果像前面那个读经为了功名，那是不急的，懂不懂？你不要傻傻以为这是不急的，那你跟他就是不对头了。啊，这男生跟同性之间的友谊，或者异性之间，当然我们不是站在同性恋的立场啊，异性之间的情感或者爱情啊，也是啊，你要情意相投，志同道合才合嘛。所以这个是文学语言啊。对不对？一般人觉得这不吉之物，我王爷当然是觉得吉，我怎么会把它当一丑一事，还特别写一篇信，还写成信变成后世人的教材，对不对？这一看就知道是文学语言，嗯，还真的是字面上不吉啊、哦，不喜考试那么急嘞，对不对？所以哪能够用这样不吉的东西，不重要的事情啊？啊，事情就是物嘛，德就是知嘛，邀请您呢？啊，想要就邀请你，哎，这样读不就好？哪像你看我们的小金老师，还要读成相邀您吗？你就邀请您就好了，还相邀您，那甚至还要把相再把它当虚化，那一用这样不重要的事啊，的就知事就物嘛，是邀那个相要虚化，邀请您这样，或者相邀你，好相不虚化了，相邀你。何必这样？你就读成自己邀请您就好啦，对不对？这样不是很好？像就是您嘛。所以这个文法不知道谁编的，是有问题的啊！竟然变成定本这样以讹传讹这样传，你自己比比看，我们孙氏这个文法对还是在这方面这代词性性助词比较对，又简单明了，又合于原文，还是那个什么还要后面省略的宾语？那就是他卡在他文法那个逻辑，以为一定要顺着读，所以后面没有一定是省略。啊，那我也就问你，为什么一定要顺着读？那、啊、就不准有倒装句了嘛，对不对？哎，脑袋就卡住了嘛，不能说也是呆啊，也不用骂他，因为我们也会嘛。我们这样骂都是虎腔绕嘴，嗯，难道我不会吗？我们都是人，会这样痛心疾首骂，就是我也常常这样啊啊啊。最后才啊，所以说，当我不会啊的时候，我也希望你，我们不是常讲，希望你比我强嘛，不要跟我们一样，我们已经啊过了，你就不要再啊了，对不对？后悔莫不及。然后呢，
然世中有生趣。你看这句话是呼应什么不及之物。你不要真以为他不及哦。你不要看他是小事，然而怎样世中，然而所以 马上转折，这个世是此，于是的是。这里面对不对，世中就这里啦，里就中嘛。很好，这个世中其实就这里啊，这里两个字。这里有生气，哪里这些不吉之物，这些啊，我们一起走一走，也许在里头可以陶冶性情啊，会获得一些灵感。然后现在人讲休闲，有一些休闲放松的功能啊，充电啊，对不对，继续给自己的充电。这身它也是这个身。啊，然这里有生趣啊，这里就指那些不吉之啊，就以无乎因陀黄涅人往不依山中人王为白。所以他说你看，要不是您是我的好朋友，要不是您是这种个性的人，我哪敢用这种，哎，你以前不像现在随便写个 email 啊，人家收到信一定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嘛，急之物嘛，急就会重要，就是一拆信，啊，你跟我讲那些闲话，所以他也知道自知之明，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如果跟裴迪真是知交，其实这个客套话有点好吗？有点真的叫见外，也许这是他们刚认识没多久啊。哦，因为裴迪跟王维是历史上有名的知己嘛，好朋友嘛，哦，有点太客套。如果真的是好朋友，你看好朋友不是都打打闹吗？还有什么忌讳，对不对？这都是很客气的，尤其是刚开始认识都有点试探性，所以他就转折啊。然而你不要，所以无乎这个无就不要，无妄再取，不要疏忽哦，不要以为我随便讲讲。然后因陀，这我还不知道，因陀黄涅人往不依啊，我这里可能读成什么，我怎么读这一句我真的不懂，我只能猜了。因为不依哦，这个你一定不会，这个是没办法专业知识，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书嘛，我总是博士嘛，那人家写信的时候都会讲不依，就是不一一叙述，就不叙述详情了啊，其他的不赘述了啊，不赘述，赘就是累赘嘛。我们前面学的时候委屈，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学屈理，那屈就很详细的说了，不一就否定嘛，一是详细，不就否定它。我在想说，这个后面会断的先断，山中人，山中的人，因为他现在在山中，对不对？可见他在信里，信是在他往那故山里头的人的时候写的，这是科学读法，文学读法是怎样？是他不像那个裴迪还要再准备这个温经，对吧？温习这个举子业、科举业，对不对？读这些经书，他已经对这些功名，所以相对的他是山中人，隐居的人嘛。啊，还有一个读法就是什么？就是他虽然现在可能已经不在那个山里头了，他只是回想他自己去那里，因为不好打。第一个别忘了，第一个是他真的科学就在山里头写这些东西。啊，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第三个就是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回家了，可他还是说他是山中人，意思就是他向往这种田园生活，对不对？可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家，不是在那故山里。啊，那第二个读法是比较是讲他是退隐的身份的人，懂吗？那第三个读法其实跟第二个类似啊，退隐身份向往田园嘛，是这样。可第二个我为什么说第二个、第三个呢？第二个是比较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哦，我不喜欢功名，不喜欢官场，那你看我逆推，至少这个绝对不会断错嘛。然后再推过来不依，我在这个当然专业知识了啊，哦，这个自己要累积十全大补完啊，哦，专业知识。那知道以前人写信的习惯啊，哦，是这样的，所以知道不依应该是个词汇啊，剩下这个啦，那因可能叫婴儿嘛，前面写完信了。叫你不要不当一回事，无乎忽视漠视，对不对？不当一回事啊，不要把我讲的不当一回事，因而我就怎样，请送信的去你那边，其他的都不细讲，是这样懂吗？我是这样读完，来看是不是关键在这。因为黄念是什么，一定就是这个
你刚刚讲专有名词或专业知识，我就是不具被黄念。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学过黄念，好像跟涂涂改改，就像现在立可白，以前是黄的，现在是白的。你看，这个是它是识别错别字，它应该是这个念，下面是木，对不对？可是它这个是异体字，它打这个我们不会词典不接受。我先打出它这个字，有，啊，我们根据这个，可是我们要打词典可以接收的字才查得到，不过你看查不到，这个念就是这样打，这一个，哎，不是。黄？难道下面是米吗？黄檗？哎，该不会是檗吧？啊，对，黄檗也有这个词嘞，我记得也学过。等一下，真的有一个。哎，都没有，那可能是国语词典没有收。这可能是孽，也可能是薄。可是因陀黄薄人往，啊、嗯，无乎？这因应该是因而因此的因啊、嗯，我是这样猜的。这样上下文才有承接的意思嘛？所以你看这一句真的我读不懂。你看有这个词哦，黄薄。你看啊，啊、嗯，叫我们见不要，你看都字形结构，不要草字头了，那、嗯、那就不是黄灭啦。哎有哎、欸，黄灭是王莽，当然不是带回来的时候跟那个新莽政权没有关系嘛，啊、嗯，这个灭是灭字啊，来孤城灭字。是啊，作乱的。那我们那个灭是下面是米，米的话有这个词吗？没有，那就看那个黄薄了。这应该是念薄，可是我们刚刚好像有吗？还是不行吗？没有收吗？国语词典没收，汉语大词典才有。你看这个反而有，铭记中全文有黄薄禅师，那这是专有名词啊。禅师，胡言汉语里头有黄檗，黄檗字音禅师跟那个黄檗禅师心心相印。见黄檗山断际禅师，这个也是黄檗禅师。黄檗是什么？黄檗禅师对，断际禅师刚刚有看到的别称，四名。来回到这里，因陀黄檗人往不一。驼黄檗，驼是背着拖的什么啊？动物拖行的什么东西？落叶乔木，树皮入中药，经可制成黄色颜料，木材坚硬。没有什么典故啊？黄檗欲成林，当耐苦心多。啊，能将苦口对人言。你看黄檗味。有点像哑巴吃黄连，对不对？那这个黄檗人应该是一个阴陀，对不对？黄檗宗一定是那个黄檗禅师的那个啊。那正好这里有注释，我们看一下。不要该住的又不住，对不对？那这个可以关了。这个我们是根据这里来的。你看，因陀黄檗人往不一，断句跟我们一样，厉害吧？哦，我们没有偷看这里的。那其他你可以比较谁的断句比较对，他这个很大概是对。通常都四字序有没有？寒山远火，明灭林外，身向寒犬，吠声如豹。哎，对，可以哎。那我们读成什么？寒山远火明灭，林外声向寒犬，林外声向寒犬，吠声如豹，也可以啊。可是这个好像比较对，文法比较对，可意思其实差不多。
对，我们变成灵外的身相的寒泉，对不对？那它这个变成什么？寒山元火明灭，它是寒山的元火在灵外明灭，对不对？那身相寒泉，肺生如爆，这其实也可以。所以你看，不要看别人的，反而发现新的读法，两边都可以。可是严格来讲，比较合文法应该四句是很整齐，这是比较好的。我们那个也蛮对的啊，意外中，对不对？那我们变成灵外有身相里头还有泉嘛？那寒山元火明灭就好，不一定要在灵外明灭啊。如果是明灭灵外，就是在这个元火是在灵树灵外面明灭，对不对？那我们这里是读成什么？寒山元火明灭。那这个寒山远方有火，那不一定树林之外，总是看得到的视野范围啊。这个是错了，春须叶冲啊，不是财虚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只有这里不整齐，这里还很整齐耶。迁西叶从父与书中相见，对不对？他的父当然错了，是大陆的，一定是大陆才啊，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的根据啊，对啊，是不是？所以，哎，断句没有，只有一种哦，很棒哈、哦。然后我应该可以登入来编辑。有吗？嗯，不给编辑啊？有吗？啊，这有注释，我们看一下。所以你看重不重要？石敬秀刚好看到，你如果急着去看人家注断句注释的话，自己发现新的读法就没机会，对不对？啊。你看他前面为了顾四个字，后面反而我们四六句他就没办法，对不对？林外声象，寒犬吠声如报。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寒犬吠声如报跟父与书中相见，其实就不是那么对啦。它只是形式上六字句，可是这个文法上词性上是不对。同仆不要改，可见很明显大陆简化字啊，这样子。多思攘兮兮守赋诗，不涉径林清流也。当代春中春天里，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畴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陇朝垢，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啊，你游注意一下。他也是，啊，他是错走旁，没错。妃子不是你天机清妙这样的人啊，清妙的，哎，对，这个很好，刚刚漏掉了。你看我刚刚怎么翻译"这样的人"，这个"者"是有"这"的含义，因为天机清妙可以当名词读嘛，当然也可以是说你是天机清妙的人。也可以啦，所以这个"者"你就发现它是可以读成"的"，也可以放和读成"这"，甚至可以像我们刚刚一样合在一起翻，不是像你这样天机清妙的人。你看"者"用两次，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了，卷顿怎么可以用两次，对不对？可是这不是哦，跟那不一样，因为它有些字就像我们说"是"，有时候它本来它字它就含两个意思。这两个是一直是相含色，不是独立的。可是卷顿，你看猪在走跟走路的样子是完全独立的嘛？它即使有表格原理，也不是我们这个独立是完全的。你看，到底是这是的，其实是很独立的。就算有表格原理，也是很生疏的，你不能硬把它拉在一起。可是者跟是一样，是可以是是非，我是老师，你是谁？意思英文的意思，也可以是什么是嘛？有时候你就可以把。此或这，和是这个意思放在一起翻，才真的翻得出它的原委，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像你这样天机奇妙的人，所以你看又用这样又用的，都是从这来的，哪能够用这样，小事情来邀请你，又来烦你，他前面用烦了嘛，所以这里相反，这里又相邀。所以这也算前后呼应，
对，变换一下子，他相邀其实还是相反，哪敢用这种不重要的事来烦你呢？然而呢，事中真的有生的旨趣嘛？哎呀，这个趣很好，你看都漏掉很多，可是不行啊，时间问题，你就知道略讲了。可是你看，我们已经算很不略了，不要说你。来，我们前面讲为什么要说这个趣，是不是讲过趣不是趣味而已嘛？所以我们在讨论趣味，小野跟你讲这旨趣嘛，生趣不就旨趣？那就兴趣的趣跟趣味好笑没关嘛，对不对？就是这个趣嘛。这你是要好好玩味里头的趣，旨趣趣味的，这不是好笑的趣味，不要真的就轻视它了。因投黄檗人网，你看他也是用这个啊，查一下，可是我们查这个一定都跑出王维这一篇文章，翻译，你看刚刚才讨论，大家都要翻译，马上就来了，那什么叫黄檗人，或者投黄檗，你看。啊，又快没电了！哇，竟然也那么久了。这个黄檗才是很有名。其实就是刚刚那个黄檗了。我实在还搞不懂什么叫黄檗人嘛。啊，你说驼黄檗呢？那它竟然变成大那个驼？那翻译有翻译吗？你看，他这个是内行人问的，我也不会。你看，我到这种程度还是不会，因为这一定是涉及到为什么用"不"，专有名，这个是很逼近的，可是啊，看不出个所以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哎，注意一下"所以然"三个字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是这样？跟"黄檗"什么关系？看不出来。关掉了。对，刚刚他是说一个植物嘛。没有啊，蝇头黄檗人网，同孽，其实不对啊，刚才查也没有这个，这答案是 C 啊，何者正确？这个是错的，黄檗到底什么意思？我在哪里？不依山中人王位，所以你看，我们不会跟你给先嘛。不懂就是不懂，来，因驼黄檗人往，借驼黄檗的人前往日变，没错，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带人传信给他，对不对？那原来这个也没什么生意，就是背着黄檗，有人可能到山里头，就是那个马，对不对？采药的人。所以其实这里应该是翻成采药人呐、驼黄檗就是采药人。哎，原来是这样。可你看人家没有领悟，还这样注释。对不对？来了，刚刚就卡在，你看，就说我们都会卡，我就卡在这个，我一直想找它典故，这有用到什么典故？结果有没有用典故？没有嘛。它其实就是什么借代革，这种可以入药，就表示反正是入山去采任何的中药，对不对？所以驼黄檗，因为他采了黄檗之后背在身上，或者叫他的禽兽。叫他的那个牛马帮他背着，所以叫驮黄檗，驮就是背负、拉着、运送。这个是这个字的一体字啊。哇，这个就是这个字的一体字。这有马，你看犬马之劳嘛，有犬有马，后来改成大是错了。不过也可能是大是声音大声，对，筹码大声，就是很重大的东西，大反而是政治，对，啊，弄错，
还有犬的可能多一点，当然也可以说服犬马之劳，啊，意思就是可能大的东西让马去拉了，啊背，啊让牲畜背上背负的一些东西，啊，原来就这样啊。不依，你看古人书信结尾常用它，不依详述之意，这个很好，这个注释还蛮清楚，啊。好，这个我们参考资料一样，你看，不要录取别人的美啊。参考的，那黄檗其实就是采药人或采药商人，对不对？会到山中，因为山中前面讲寒山，人烟罕至，没有人没事会跑去，那就是这些商人在山里头。他你看这个就很烂，驼是背负，那黄檗哎，对不对？那我是从这个，他这个也不是顶好的，他这个只是，我这已经改过了哈，嗯。查看历史，孙守正嘛，Oscar 孙守正，之前人录，啊，这是谁的？汉语网的，这就是我讲的，要好的注释，这样不要要你注的，你又不注，对不对？你看因就称嘛，因此啊，因此我就趁这个机会，你不能说因就称的也可以，这有叠韵的关系，因称，啊，称着黄檗人，啊，他没有讲清楚。我们是根据他这个突然领悟到，啊，借投黄，哎，他有讲清楚了啊，的前往之便带这封信，哦，这个很好，都不知道谁，啊，可其实我自己可能也读得出来，没自信，真的是这样吗？啊，对啊，我们也可以问这位先生，你是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啊，你就知道答案怎么来了。孙守正也认为也只能这样解，你也认为只能这样解。那我们不只是比他更进一步，其实就是采药人，我们一般知道了。佛问还能怎么解？那就无奈就只能这样了。那再来就是要找别人的书信，当事人习惯，只要有这样想的话，哎，那就知道。那时候会讲采药人或怎样，会说投黄檗人啊。嗯，其实你看这个"投黄檗人"这四个字很长嘛，很像白话文，就会觉得怪怪。就这应该是断句的，因而。于是，对不对？就是，他是翻成趁着黄檗人往你那个地方的时候带这一封信。那可能黄檗人我还在山中，那采药的人要回去了，他刚好回去的方向是去裴迪你那边，叫他帮我把这个信带去给你，啊，也不要另外再遣派我的仆人或者找个邮差送，啊，来这个，看他翻译是。哎，刻译文及注释根本就没完哦，有更多。哦，这不错哦，那就这样就圆满了啊。哦，王维诗选译，诗选译竟然有文章啊，哦，大家可以注意这一套，可能也不错，至少邓先生对不对？邓安生先生。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说哦，看人家眼红或嫉妒，哇！如果这样还叫修行啊，还叫佛弟子，好就是好嘛。我们不如人家就不如学起来，以后就会如啊。就是像我希望你们都比我强嘛，学起来以后就强。我们又快3个钟头了，结果为了小金同学这个都还没讲他那个，光扯这个就也只能先这样。那我要先录一下这个文字版，等一下我们要做时间轴，哇，晚上了，我的进度还这样，
哎，带大家看完一篇文章了啊！你看这个就烂了嘛，对不对？比较烂。那好的是他把这个事去考察出来了，对不对？真正要你做的是驼，谁不知道是铁？没有，那黄檗人网是什么意思？黄檗他有做哎，21，记到哪去了？怎么知道20？赏析。啊，刚刚没有翻译啊，奇怪。这有点像小品文啊，明末三元，袁弘道他三兄弟啊，公安派那些哦，还有中什么谭元春呐、啊。谭元生、钟欣啊，这个有名的那个小品文，明末的小品文家、文学家，因为姓氏驼药材黄檗的人带去，这个很好啊，这已经毕竟我们讲就是采药人，所以姓不能说，你不要忽略了啊，进山有赏，有很深的趣味。不对啊，他也是卡在趣味。他是说我言下之意，你不要忽略了啊、你不要真以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始终有生趣啊、不是光生。当然，他翻成趣味浓烈也可以啦，总是有趣嘛，让人赏心悦目也可以。可是不要光只以为趣是趣味，这也蛮不错的啊、那就好，这一集我们先到这啊，刚好我也休息一下哈。我3个钟头，我只好在下一集再接着那个啦，真没想到。也学到了啊，投黄檗人，下一次也学到。因为黄檗，我记得好像在那个古典诗文里头常会碰到，所以刚好也知道有个常识叫黄檗，也许哪一天就要需要用到专有名词嘛，是人名，对不对？那时候就不是药材了，念檗、荜、黄檗、入药，那其他都是加部首啊，或者形体写错别字，像中间写成一个靴的那个错别字，像他刚刚那个，好。那就是没错，是小金老师讲的，小金同学讲，这是您啊，是裴迪。好，阿弥陀佛，早造业多内，大家加油啊！阿弥陀佛。